七个人呢、啊？老总，七个人。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除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3月10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3月9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5分，下午20:00至5时29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3人，列席委员林委员俊宪等40人，列席官员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等17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李应元等17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9人提出质询决议：一、报告询答及大体讨论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名称。照亲民党党团提案通过。三、第一条暂保留。四、本案另定期继续逐条审查。五、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二案均照案通过。继续宣读本日报告事项二，邀请立法院秘书长、立法院法制局局长就立法院法制局之定位及其功能业务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一、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委员赖瑞荣等17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三、审查委员赵天麟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删除第7条条文草案；四、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审查委员赖瑞荣等17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七、审查委员陈明文等26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八、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九、审查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0条及第7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十、审查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一、审查委员赖瑞荣等17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5条之二及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十二、审查委员苏巧慧等24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三、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十四、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五、审查委员赖瑞荣等16人拟具《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六、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6条之一条文修草案。十七、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十八、审查委员郑运鹏等16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十九、审查委员陈明文等23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十、审查委员赵天麟等20人拟具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案；二十一、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0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删除第61条条文草案；二十二、审查委员赖瑞荣等16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9条及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十三、
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及第62条条文修正草案。24、审查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草案。25、审查委员郑运鹏等16人拟具立法院网络国民提案实施办法草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那现在主席台有收到这个两位委员要做程序发言了，我们先请江启臣委员，时间三分钟，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首先感谢这个我们本委员会的扎伟啊，段宜康委员安排今天有关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讨论啊。那今天我们委员会总共安排了25个法案的讨论，包括委员还有各党团所提的有关组织法也好，立院职权行使法，还有甚至是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等等哈，总共有25案啊。但是因为基于啊这个目前国会改革的法案啊，民间当然有很多的讨论。那除了我们今天排入的提案之外，其实院内很多其他委员，包括党团哦，都还有一些案子啊还在院会，甚至有一些是本周二啊才有这个程序委员会啊交付院会啊，所以尚未过复议期完成一读的程序哦，还没有办法交到委员会来。那也有其中有一些案子是包括民进党委员所提的案子，当然也有国民党党团的案子，还有委员的案子，包括本席所提的案子哈，也都在明天的院会才会处理啊，所以现在也都还没有交到委员会。所以当然感谢扎伟他这个能够回应民间对国会改革的一个要求啊，很快的来排今天的这一个我们相关法案的讨论跟审查啊。那也基于外界很注意这个案子哈，所以我本席在这边也提出来啊，是不是希望扎伟啊可以顾全整个法规我们在修订的一个周延性啊跟完备性，还有其他委员相关的这些提案啊，所以希望今天会议是不是在大体讨论之后啊，能够可以有扎伟在，比如说多召开几场公听会啦，或邀请更多的这个专家学者来讨论。那等到这些版本啊到期之后啊，再来一起做逐条的讨论啊。其实包括今天下午在立法院就有一场国会改革的研讨会哈，我想民进党跟国民党还有其他委员也都被邀请出席哈，跟民间来一起做对谈哦。所以我是建议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周延，因为整个这个国会改革的案子太多太复杂了，你光今天就排了25案了，而且这里面有一些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那我在想你要一并讨论，也在今天要去处理特定的法案可能也比较困难。加上，如果说，这礼拜段昭伟排了，那万一下礼拜换林昭伟他又排了，那如果都进入逐条，那逐条讨论的结果不一样，我觉得那也会很麻烦了哈，所以我是不是在这边诚挚的建议昭伟啊，是不是今天我们是在大体询答完之后，能够等待其他现在在等待复委这些法案啊进来以后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周延的逐条讨论，好不好？谢谢。好，这个赖委员，你先等我说明，然后您如果还要再发言，再发言了。这个，不，请。这个我来跟大家正式做一个说明了哈，这个其实我跟这个我们另外一位招委林威洲委员曾经有过协调，因为我也知道说，这个后续啊还有好多法案还没有，国会改革相关法案还没有进来，那为什么会先排呢？这一方面，光到目前为止就有25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案子哦，那么何况后面还会有更多，各位可以想象啊，这个提案说明啊大概就会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要先第一个要先开始消化，要请大家来做说明之外，也让各位委员可以参考别人的提案，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可以知道别人的考虑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先进入讨论，这个讨论也不会进入什么大题讨论的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做一个处理，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为当然列席的官员很多，
但是其实直接相关的就是各位委员，跟立法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等于是我们自己在做讨论。所以呢，等一下询答完之后呢，我会开放第二轮的发言，我们也不进入大题讨论，因为版本都还没有进来。那我也跟林委员讲说，我们排完之后，下个礼拜他还要再排也可以，但是我们都有个共识，我们都不进入实质的条文的处理。那只是说林委员自己去做判断，如果还有很又涌进一大批的新的这个修这个这个法案，那当然他觉得他要消化，他就来排。那请大家再来说明，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互相有一个默契，就是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因为国会改革是牵涉到在立法院无论是哪一个党团，每一位委员都相关的重要的事项。那么外界啊，其实也有很高的期待。那么今天先排是让，是提醒各位委员说动作要快，好，因为司法法制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要着手，要来讨论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案。但是在至少这个主要的党团把这个版本送进来之前呐，我们原则上都不会排实质的处理。但是也要跟这个国民党党团跟包括民进党党团也要注意，因为国民党党团的版本也还没有进来，时间不要拖太长，不要拖到说啊，结果大家都来了，这个一两个党团的版本还没有送进来，我们就只好一边走。来，来，谢谢。这个首先谢谢主席啊，这个善解人意啊，让我们能够多方面来表达意见哈，各位先进。那么我想今天的法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民党团是已经提出去了，已经在上个礼拜五也复委了哈，只是没有过复议期，没有过复议期。如果下礼拜我们就进来了哈，就是没有过复议期，说没有进来哈，也先讲我们的已经进来的。那我所了解的还有一些委员也有提案，民进党团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党本哈，没有党本。这么重大的题目，攸关我们国会议员在这里的整个表现，以及外面对我们的看法观感，我觉得刚才的主席才是啊，我个人是给予肯定的哈，这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就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来讲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党团当然处理，就是事实上我们的国会目前也多少都在做了，比如说第一个议长中立化的问题啊，大概现在往这个方向在走。第二个就是议事的透明化，其实我们看到朝野协商也直接可以赖不出去的哈。那这里就是我们在前一两个礼拜啊，我们有一次由苏院长召集的朝野协商，有提到要试办一年的频道的一个等于专用频道，类似美国的 C-SPAN 这样子。那里面有提到一个数字，外界很关心，就是要不要花钱。那现在试办一年是不用花钱的哈，可是各位。NCC 说过，在明年底，就是民国106年底，要全部关掉 analog， 全面数位化。各位，全面数位化的情况之下，其实买卖双方是倒过来的，是这么多的频道，很多的频道是无限的，而我们的 content 才是重要的。content 认真讲起来的话，这个要 open data， 所以政府来讲的话，现在很多是 open data， 我们也是某种形态的 open data。这时候来说的话，我们每一年一个频道动辄要几千万要付出去，这个是可能到时候要重新思考哦，重新思考。现在是说我在跟特别是林秘书长在这里特别向你报告，我们试办一年不要钱，一年后如果已经 analog 了，一年106年底了，已经数位化了，照理说我们要收钱呐、因为假如是人家要看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收钱呐、不是我们要付钱呐。说我们一个频道给他多少钱，这外界会有这样疑虑，现在已经有这个疑虑了。因为外界看到说我们要委托有线频道，然后要付钱，已经有媒体在问我了，哎，这会不会未来又有图利的问题啊？怎么会这么，现在已经全面透明化了嘛？各位，你要看现在任何 anytime simultaneously 同时间网络一开，手机版也有，什么版行动什么版都有，我们即便有人讲说啊，年纪大的这个比较不会用这个数位的什么之类的。可是不要忘了，手机普及率这么高，手机就可以看到国会任何的地方。所以
在这个时候，我是特别强调的透明化这一点啊，我觉得我们主办单位特别秘书处有很要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东西。时空在变，主席刚讲一句话，我非常欣赏，都在变。最后一点，我们国会大家都有提到的听证调查权，这个以后啊，我们国民党团正式可以说明的时候，我再来说明。谢谢啊，谢谢，感谢。好，谢谢赖委员哈。然后我们现在，我这样说明，都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列席官员啊。好，先介绍行政院林志嘉，立法院林志嘉秘书长，欢迎啊。我们王全忠副秘书长，顾问兼总务处蔡卫民处长，秘书处处长陈其清，议事处处长高明秋，公报处处长尹章忠，资讯处处长张梦圆，法制局局长高百祥，预算中心主任方清峰，人事处处长曾明发。好，接下来介绍监察院，秘书长请假，这个有给我们送了假单了。监察业务处处长巫庆文，监察调查处处长郑旭浩，法规研究委员会参事陈美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处处长林惠美，总统府第一局专门委员陈敦娟，国家安全局李唐和组长，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电台与内容事务处处长谢焕前，法务部法制司副司长林泽民，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许维顺，经济部胡美珍专门委员，内政部陈家荣专门委员，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连建成，劳动部劳动关系司专门委员黄奇雅，教育部专门委员曾义群，交通部秘书室检任秘书杨茂森，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组长许长世，档案管理局专门委员石璞，中选会综合规划处处长高美丽，司法院司法行政厅厅长林瑞斌。好，以上介绍列席官员。今天是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法制局局长就立法院法制局之定位及其功能业务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并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1人、赖瑞龙等17人、赵天麟等21人、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拟具的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然后，委员陈廷飞等21人，委员赖瑞龙等17人，委员陈明文等26人，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亲民党党团赖瑞龙委员等17人，苏巧慧等24人，时代力量党团等分别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赖瑞荣等16人拟具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陈廷飞等20人拟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6条之1条文修正条文草案案，委员陈廷飞等21人，委员郑运鹏等16人及委员陈明文等23人分别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与委员陈廷飞。与委员赵天麟等20人拟具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案，委员陈廷飞等20人，委员赖瑞荣等16人及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等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草案案，与委员郑运鹏等16人拟具立法院网络国民提案实施办法草案案。我们以上的这个专案报告与各个委员跟党团的提案，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好，我们现在进行这个提案说明与报告。我现在照我看到的啊，到场的先后顺序啊，那么请提案人上台来做说明啊。如果我点的顺序有不对的，好，那么请各位提出。我们首先请提案人赖瑞龙委员来说明。
我们说明的时间一律都是12分钟，那么请各位做自己提案的综合说明。好，谢谢主席哈。我想，国会改革是整个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了哈。那国会改革也是国人的一个共识了哈。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专业、有制衡能力的一个国会哈。那因为因此，本席也认为说，推动国会改革哈，建立国会的议员专业专职的制度哈，落实议事审查公开化、透明化，好，提升委员会的专业审查能力，好，应该就现行的国会议长中立，还有立法委员利益回避，还有国会调查权的赋予，还有立法院各类会议公开转播，好，还有程序委员会的制度公开旁听，好，还有包括媒体公民记者采访、国事会议、国事论坛的存废等提出修法了哈。那我提出了几个5个法案了哈，所以也把这些法案说明如下了哈。第一个是立法院的组织法的部分条文好修正哈。好，第一个针对国会议长中立了哈，来修正正副院长选举好应该要采记名投票好，并且要退出政党的活动。好，第二针对委员的提案权哈，修正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哈不得阻挡提案。好，第三。针对议事公开透明化，修正立法院常设、特总以及党团协商等各类议事开会审查状况，应该比照委员会进行完全公开，并且记录转播以及设置国会频道来直播了。再来第二，立法院各委员会的组织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好，第一，应该加强各委员会的专业审查能力，并且配合各委员每年组成一次，并且规定一致，修正现行的召委选举制度，由每个会期改选，改为每年的互选。第二，为了让立法院的议事审查更公开透明化，也修正各委员会应该设旁听席，并开放公民记者采访。第三，针对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5条之二跟第45条也提出修正。第一，针对现行的法律虽然赋予总统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但是因为国内的宪政体制还不健全，总统国情咨文报告也容易形成政治斗争的一个考量，所以为了整个健全总统国情报告的制度，我们也明定每年总统皆需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第二，针对现行的立法院的调查权不足，仅有所谓的调阅委员会，功能不彰，因此我们也提出了修正，立法院得设立调查委员会，让委员依职权取得完整资讯。再来第四个，针对立法院立法委员行为法的部分，也提出修正，一参酌公职人员选罢法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扩大立法委员关系人的界定，强化立法委员的专业规范与利益回避。第二，为维持国会的专业形象，立委出席秘密会议的时候必须负保密的责任，那也修正了现行的规范，增列交由司法单位调查的一些条文。再来第三，基于国会阳光透明，国会议员专职化，以及利益回避的原则，对于已享有公费待遇的立委以及相关助理，修正增列除了立委以外，其公费与自费助理都不得兼营、公营或转投资事业机构的职务。第四，针对现行立法委员受托游说不得涉及财产或非财产利益的规范，也增列明定财产上的利益，以强化立法委员不当利益的回避。第五，针对立法院议事规则也提出了修正，为了符合并强化现行临时提案的功能，修正原来临时提案的时间，往提前到13点到14点。另外为了提升议事效率，也修正将国事论坛来废除。那以上本席提出的修正条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好，谢谢赖委员。我跟这个委员会报告，
我们原则上啊，这个尊重各位委员的提案说明啊。那么，如果大家可以节省时间呢，像赖委员就非常感谢啊，这个没有把时间用完哦、啊。那么做清楚的说明啊，简短即可。第二呢，我们等一下啊，如果开始询答了，我们就不再提供各位提案委员提案说明的机会。如果你要说明的话，请你登记发言，利用你登记发言的时间说明。那么，所以请各位助理啊，要赶快去这个提醒啊，这个提案的委员啊，能够赶快及早到委员会来做，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来做提案说明。然后第三呢，我们也希望提案委员呢跟党团能够留在会议室的现场，尽量留在这边，因为呢。我在之前曾经宣告过，我们期待啊，今天能够，如果在场的委员对于法条有不了解或者有所质疑，我们也希望提案委员可以在现场回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场的委员可以对提案委员所提案的内容啊，在利用询答的时间，是我们根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的。这个31条啊，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与答或答辩啊。我们利用这个询答的时间呢，可以向提案委员来提出或者党团来提出这个质疑。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理性的这个论辩。那这当然会尊重各位了，尊重如果各位另外在委员会啊有其他的这个行程，那么各自去忙，但是希望能够拨空啊。再回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啊，来接受各位委员的这个询问。现场好像没有再看到其他的提案委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就要请立法院林秘书长来。不是，他们等一下不用喊了，他们等一下来了，我就会请他们，我们等一下才会再喊，好不好？我们先请。立法院林秘书长来做报告，那么请针对各位委员提案的内容，还有对于国会改革，还有法制局的这个定位，能够做一个报告之后，我们会请立法院法制局高局长来针对专案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自家奉邀在本司法法制委员会，针对立法院法制局的定位及功能业务，以及国会改革相关法案进行报告，感到非常荣幸。那么承蒙各位委员在本院呢、院务给指导跟支持啊，让。这个本院各项的行政工作都能够顺利的推展，自家在此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谢意。那么，第一个我先报告，我们立法院法制局的定位以及功能的业务部分。我先做简单的报告，之后我们的法制局局长还会再做补充报告。首先，我们立法院呢，就是在幕僚单位啊，我们有设计两层。一层是属于立法院的这个院局的这个幕僚单位，那么它就是立法院的法制局跟预算中心。那么这个在我们立法院的执掌的组织法第20条跟21条都有明文规定。那么在委员会层级的哈，我们也在各委员会组织法18条规定，由那个我们的专门委员。来做幕僚单位，来供我们委员会来做等于是来做法条等等的一个说明哈，这个是我们原先的规划。那么今天我们基于所谓的国会改革，我们是人民的国会、开放的国会、专业的国会的一个理念。那么本院呢、所谓的幕僚单位啊，大家也对于立法局跟预算中心呢、都有很深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够增加功能，然后能够多给委员的问政上面
多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或者一些很好的一个意见的参考。所以啊，我们贵议委员会啊提案说要把我们的法制局因一个委员会进行议案审查的时候，派员到各委员会来。我觉得这个是无疑啊，对我们本院的法制局啊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哈。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而且我也代表这个我们行政单位的所有的幕僚哈，在这里由衷的感谢各位委员给予我们法制局啊这个参与各委员会法案审查的一个机会。再来呢，我们是对于这个法制局啊这个它的定位啊，那我们在立法院的这个委员会组织法20条是明文规定，它是要提供啊这个法律的研究分析评估跟咨询事项。那么在现在的国会改革外界殷勤盼望之下，其实有很多对于法制局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角色的一个扩大，或者是更能够在立法院立法委员的问政品质上面能够给予补强，或者是能够增强，这方面有很多的等于是各方面有不同的一个想法都提出来。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一些外界对于所谓的立法局他们可能做的一些事项哈，来做一些外界的一个综合归纳，来供各位做参考。那么最主要外界一直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立法那个立法局哈，它的执行上面哈，如果太过于的，等于是说它在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见解上面哈，是不是会牵涉到对于立法院委员职权哈，会有所等于是说会有些干涉啦，或者是侵犯到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心啦哈。所以现在大概是大家比较强调就是法治技术的资源哈，那不涉及到所谓立法委员啊政策形成的建言，哈，以避免干预到我们所谓的委员的职权啦哈。那么外界大概有4种哈不同的角度的说法，我来提供如下哈。第一个大概就是一种说法，就是说提升立法效力跟品质哈，它是借鉴日本的经验，希望说在内规里面规范哈，规范说哈这个党团或委员的提案能够送法制局进行法制作业啊，法制作业不是政策哈决定，是法制作业。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它大概我们归纳出来就有很多说法，就是说新科立委跟幕僚这个助理哈，应该大胆的应用所谓的法制局跟我们的预算中心来做咨询的功能，然后充实立法委员的这个法案跟预算的问政基础哈。那么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希望说立法委员跟国会助理跟法制局在立法的时候要做区分。好，那个这个区分就是说，希望立法技术的研究跟议事程序为主的这个研究是由法制局来做研究。那至于立法委员自己的政策决定的，还是要由立法委员这边来做，这是立法院的职权。好，这有点区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来还有第四个，他们是认为说应该把立法院的法制局在法案审理的程序角色上，那帮助这个所谓的我们在审理法案的时候这个提高品质，也就是说类似我们各位委员会所提议的，就是说把法制局能够列席委员会哈，来提供意见这样子哈。那这个大概是有一种说法哈。所以综合这4种说法哈，我想大概就是说我们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说法制局应该在着重所谓的法制技术的资源哈，然后我们尽量的哈配合立法委员的这个质询或者是立法委员的提案哈，让他这个立法的品质提高。那再来呢，我想我们现在哈，如果说目前我们法制局跟预算中心的人数啊，事实上他们只有5个组哈，那5个组如果说要
编列到各个委员会去的话，他必须要都有八个委员会是常设委员会啊，所以到五个组下去的话，事实上他们现在的人力啦哈各方面可能还有所不足，所以如果说大家认为说应该把法制局跟预算中心多提升的话，然后加入各委员会来做等于是说咨询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希望各委员能够给予支持。如果说我们需要人数增多一点，或者是扩编一点的话，或者提升它的功能的话，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合作来帮忙。那再来对于国会改革的部分呢，我也简单在这边做个报告。我们本院自第九届2月19号开议以来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国人哈，对于立法院的一个新的角色，以及对于立法院希望能够做改革，新的国会希望是一个人民的国会、开放的国会、专业的国会，这个外界的这个期盼非常的深。那么我想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立法院来讲是绝对是非常正面的。那么所以我们所有的委员包括各个党团也对于国会改革啊就是非常这个热衷的啊，而且积极的主动的提出了很多的法案，像今天我们就有25个啊这个法案，然后刚刚我们的江委员啊还有那个赖委员也提出说他们还有很多法案他们可能还会再进来啊，所以我想这些法案啊就我把它综合整理啊，大概今天我们要碰到的这25个法案就已经有牵涉到立法院的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委员行为法4项法案。那这包括我们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的组织规程、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立法院议事规则有3项内规要做修正。再包括我们赖委员刚刚所提出的订定的哈，就是说还有这个录音录影的管理播送办法，再包括这个另外一个委员他也有提出说立法院的这个国民提案实施办法，所以光25项委员跟党团的提案里面就有9项哈命令这个法令必须要做一个修正了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国会改革知识体大，而且它非常庞大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感谢召集委员能够这么积极的哈，能够在今天就赶快提出来哈啊，希望对国会改革哈的法案能够赶快来积极做参与哈，我们自家在此感到非常的敬佩。再来我们国会运作的透明公开，跟希望能够达到所谓的苏院长也在他的这个先世的这个就职演说中哦，也特别宣告说，国会将来是人民的国会、开放的国会、专业的国会。我想，我们也依照这个方向来做努力。那我们在努力的过程里面，我简单跟各位做几个报告，就说哈，我们现在也发觉说，我们在行政的部分呢，只要没有牵涉到法令的，我们大概都积极在做哈。但是有牵涉到法令的，我们也希望说赶快提出来，然后来做。那没有牵涉到法令的，比如说我们第一项就是说我们对于朝野协商的公开好透明，我们就是现在所有的朝野协商都已经是录音录影好，而且我们的文字稿跟影音档也都能够在当天我们就上网，让所有人都能够来参与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积极在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对于我们本院的这个所谓的网路网际网路多媒体水显系统，就简称的 IVOD 哈，我们也进行那个频宽的加大。本来的频宽大概只要有300个人的话，大概就开始会有所谓的阻塞的现象。那现在我们把频宽加大了哈，加大的我们现在大概3000人啊，或者是更多哈，都大概都不会有阻碍哈。这个我们也积极在做，好，这个是我们对频宽的加大，我们也已经着手已经在处理。那再来就是说
在3月4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当那个朝野协商，达成共识，就是说我们希望哈，我们基于让议事更透明化，让那个我们这个所有委员会的议事运作跟宴会的议事运作都能够透过转播方式，然后有电视的一个转播哈，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透过所谓的试办啊的方式，用公益无偿的方式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那个电视的频道转播，啊，那这个也是透过这个3月4号的朝野协商，那大家同意来进行试播。那么这个试播的情况哈，刚刚我们赖世葆委员有提到，就说我们现在试播哈，我们是用无偿的啊，而且也是用公益的。那现在试播，我们大概试播会希望说有一些电视频道他能够来参与的，来申请哈。那这个试播的期间，我们大概会用一个会期啊。那么刚刚赖世葆委员也提到说，现在可能进行的这个时代改变了哈，现在这个可能 content 的内容会变成非常重要，所以将来也许会有机会变成我们立法院他来试播我来播放我们立法院来取得立法院的这个转播权的时候，我们或许还可以收钱哈。这个情况我想我们也都纳入参考哈。我想我们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基于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公平透明，而且就是无偿哈，这样的方式尽量朝这个方式来做。那如果说这个会期我们试播的结果如果有什么缺点，或者是在法令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会提出来各个委员会或到各委员会来，我们提供这一些让大家来做参考，然后来做最后我们是不是要再继续试播，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方式，那时候我们也会提出给我们各党团以及最后的宴会来做决定。好，是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对于公民记者进入立法院采访及开放的相关问题，那个蔡副院长也接受那个苏院长的那个委托哈，他就负责啊来处理这一块。那他也积极的做召开这个座谈会，那落实国会开放的这个原则是不变的哈。那我们现在也会尽快的在这一个领域里面会有一个结果，那结果之后我们也可能会跟各委员会做个报告，来提出这说明。凡此种种国会改革的一些内容哈，我们现在幕僚行政部门我们能够做的哈，只要在法令上可以允许的，我想我们都以这样子原则哈，我们就逐步在做。那这法令上不允许的，或者是就是说法令上可能要修改的，我们就会透过修改的方式来做处理。好，这以上是我们对于所谓的国会改革的一些行政部门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先提出来。那至于我们国会改革整体的一个法案各委员所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行政部门的立场很简单，我们就是我们完全尊重。那只要大家觉得哈公益是结果怎么样，我想我们行政部门会全力以赴来配合。那么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秘书长请留步哦。您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听得很懂。是。所以您的报告里面说明法制局的地位，你引用这个立法院组织法20条、21条，说法制局跟预算中心是院会的专业幕僚单位，它是属于院级，是院会的，本院院会的专业幕僚单位。然后您说，各委员会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各委员会的就是议案跟人民请愿书的研究编撰及草拟事项，就是在我左手边的我们的专门委员负责，对，是这个意思吗？那个、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法制局的业务跟各委员会不相干？不是，那个
我就直接问好了。好，我们昨天通过的这个，我们通过的这个临时提案，要求法制局在各委员会、立法院各委员会这个讨论议案的时候，除了预算案之外，因为预算案是预算中心的业务，都要派员列席，提供法制专业咨询、法制专业的这个意见，啊，以备咨询嘛，就是问的时候他，我们这点。这个到底立法院会不会做呢？我们同意，而且我们也觉得这个必须来做。谢谢，这个就是重点了，要说明了，好不好？有了，有了，好，有了，好，请回。好，我们请高局长来做专案报告之前，因为有几位提案委员已经到了现场，我们还是依序啊，请他们来先来做。来，请回，谢谢。做提案说明，我们首先先请苏巧慧委员做说明，麻烦请简短，谢谢。来，左边，左边，不好意思。各个委员会因为不太配置不太一样，谢谢。主席，大家好。本席在这里呢，针对国会改革的议题呢，也提出了我的法律案。那我想这一次大家都知道说，大家人民对国会的改革有相当的期待。本党呢也提出了有人民的国会、专业的国会、开放的国会这样的诉求，所以有25位委员在提出了这样的说明案，我是其中之一。那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目标已经都有基本上的初步的共识，那并且呢对这种种的概念也都有说明，所以本席在这里仅对我个人所提出的几条修正呢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我一共提出了6条法律的修正案哦，那其中可以分为4大面向。第一部分呢，我是希望能够强化委员会的专业审查部分，所以我在第9条的部分呢提出了修正，我希望能够在委员会审查法律案的时候，需要通过的条文数，法律案通过的条文数要经是审查总条文数的2/3以上。才能够提报院会进行第2读会。我想这样的提案呢，是为了能够让委员会的专业能够展现，并且展现对这个法律案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提出了第9条的修正。那么第2个呢，因为这一次大家都期待我们新的国会能够落实议长中立化的部分，所以议长中立化主要是为了避免议长过度偏向任何一方，在主持议事的时候不能够中立。我想这次苏院长的表现让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但制度的落实与建立更是我们所期待的部分。因此我在这个提案中，我提到了修正第68条第一项及69条第一项，这边是希望未来的党团协商会议呢，不再由院长及副院长来主持出席参加，而是能够直接由各党团负责人或干部出席参加，并且是由最大党团负责人来主持，让院长和副院长这个议长中立化的概念能够彻底的落实，这是我提出来的第2个部分。那第3个部分的话呢，我提出了这个明定党团协商范围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为了保障委员会的权威性，并且能够和这个党团协商的结论能够有互相平衡的状况，因此我在第68条第2项提出了修正案，并且增订了第70条第6项及第7项的部分，是希望这个委员会已通过的条文或决议不得列入党团协商范围。那协商的结论如果与审查会已通过的决议或条文有明显差异时，视为无法达成共识，由院会定期处理。那最后的部分呢，我一样针对这个透明开放的国会这个部分，我也提出了协商议案协商应该要公开。那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前面的委员呢已经讨论甚多，我想这个部分我倒是和大家的意见相去不远，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这个部分就不再赘述，谢谢主席。谢谢苏委员的提案说明。我接下来好像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提案委员或党团在场，那么我们等一下请这个局长口头报告之后，我们如果有到了现场，我们再会请他一一来做提案说明。好，我们接下来请立法院法制局高局长做专案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招委给我这个机会，还有我们秘书长来做以下的一个补充报告。首先呢，要跟委员会致歉的就是哈，因为我昨天家里有事哈，因为我太太啊，她长期就是中耳炎，都是慢性发炎。那虽然已经开过两次刀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牛脓牛汤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家里会有点事情。那我今天就是要跟这个委员会先致歉。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我们秘书长已经有报告过，而且招委已经有垂询过了，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相关立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跟各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法制局因应将来我们要完成一个专业的国会，我们的定位跟功能怎么去加强，这个事情是长久以来我们法制局都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个人哈比较，等于是说我是民国84年才当公务员，那我第一次的工作呢就是在行政院的法规会工作。那行政院是依照宪法是我国最高的行政机关，我就在法规会里面呢，常常要协助政务委员啊处理各部会送来的到院会送来的一个法律提案。那时候我们都会配合政务委员哈，因为有时候比方说各部会基于本位主义，他会有一些坚持，那我们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呢，就会在政务委员的一个法律案的审查会，透过我们法规会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法制的咨询意见，等于是在政务委员的一个会议上呢，就把各部会所坚持的一些不同的政策跟不同的法制意见，透过我们法制幕僚的一个专业意见，就让他能够达到共识，然后呢再送到立法院来接受立法委员的一个审查。那我个人很荣幸，在84年在行政院法规会哈担任到第8职等的这个专员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法制局的局长叫做罗传贤，那我就是商调来法制局服务，从最基层的助理研究员开始做起。那因为法制局呢，它的前身是民国70多年的时候，我们老委员时代，那时候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咨询中心，后来88年的时候有国会无法，才开始成立了这个法制局，还有预算中心。那我是民国89年年底来到法制局服务，那时候的局长是罗传贤，那后来不久又换成谢福美局长，然后再换成刘汉廷局长。那在这中间过程当中，我受到大家局长的一个爱护，所以我后来我们局长刘汉廷退休之后，对不起啊，我们要听法制局的业务的报告啊，就是你的定位的，我不要听你的简历了，好不好？你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好不好？言归正传。Okay, 谢谢主席。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有曾经就问我们局里面的退休的前辈说，我在行政院，我有看到我们法制局的业务执掌，他有各款都是要写评估报告，而且要做法制咨询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们法制局的人呢，不能够常常到委员会来列席？然后那时候我们这些退休的前辈是跟我讲说，其实哈也不是说不能来列席，因为立法院的院会跟委员会其实也都是一体的。我们都是政府的文官，本来就应该提供委员相关的法制咨询意见。那我说为什么实务上我们过去从那个罗传贤在县委就比较少来，为什么呢？成立上为什么那么少？我们要做法制咨询啊。他说最主要原因可以说有两大点。第一点是基于文官伦理的现实面。第二个呢是基于法制的一个考量。那文官的伦理的现实面是在于说，因为我们的委员会呢都有配置13职等的一个专门委员在做相关议案的研究，那我们法制局呢也是要做法制咨询的工作。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法制局长13职等，那8个委员会呢有8个专门委员都是13职等。那今天如果局长要去服务每个委员会，他有时候会冲堂，像刚刚内政委员会已经打给我说要叫我们法制局局长去列席，我跟他讲说，因为我是在这个委员会来列席，所以我刚刚已经紧急请昨天，因为我请假，昨天我们副局长
苏纯属现在已经去那个内政委员会接受备询了哈。那因为我们是只有一个十三职等，所以显然我就会派一个十二职等的到其他委员会去。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委员会的专业幕僚、专门委员跟我们法制局派出去的十二职等的工作人员意见、专业的意见是相同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意见是不同的时候，如果委员是采纳，局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不得不再一次的打断你啊，因为你在那边呢絮絮叨叨讲的都不是我们要听的重点，我们要听的到底是法制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你要举这样的实务的话，我简单告诉你，如果像昨天行政院秘书长来了，你其他各部会都不要派人来啦。行政院秘书长来是代表行政院院长啊。那如果各部会的意见跟他不一样呢？那都不要来了。你这个讲的都不是，你不要再讲这些了。你告诉我们说，法制局过去为立法院做了什么，未来要做什么？麻烦你在五分钟之内结束。好，谢谢主席给我机会。那后来呢，他就讲说，法制面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组织法就是定成立法院组织法跟各委员会组织法。那基于法律的规定呢，我们当然就是要比较保守的方式，就是要尽量是在院会的一个层级。不过因为昨天委员会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根据大法官342号的解释，因为立法院组织法跟各委员会组织法都是我们最高民意机关的议事规范，那议事规范如果有委员做出决议的话，就可以做相当的一个变通，所以我们很感谢招委跟委员会能够做出昨天这样的决议哈，帮我们这个过去这个从过去局长历来的这一个习惯啊，这个做法把它破除，所以我们法制局将来就是可以到列席委员会去提供我们一个法制的意见，然后让我们的专业国会能够有一个更有表现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委员的支持，将来也会非常努力做。那至于刚刚招委所垂询的，就是说我们目前法制局的定位跟未来的功能如何扩展，就如同这个我们目前各国也都是一样，比方说日本议院也有法制局，那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呢也有相关的这个法制咨询的一个幕僚单位。那从各国的一个一般比较的话，他们的一个研究幕僚的辅助单位呢，基本上是有分成两种制度，一种是分散制，比方说像日本，他就分散在各委员会或者是议院自己配置的法制局，或者是像美国，他是统一的放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比方说像 CRS 或是 LCO 之类的。那他们的工作人力的配置，像日本的部分呢，他参众两院加起来呢也有差不多150人到160人。那美国的部分，因为他国土更大，他的 CRS 呢就有800-900人，那 LCO 的部分呢差不多也有80-90人。那目前我们局里面呢配置的人力呢是47个。那过去呢，因为我们法制局碍于组织法的规定，我们是偏向于比较静态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会写一些评估报告来给委员作为审查法案跟问政的参考。那另外就是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比方说各党团党编有所垂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出相关的一个法制的一个意见。那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我们变成就比较少到委员会来列席的一个现状。就是很高兴，就是昨天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秘书长呢昨天特别期许我们法制局要更加努力，然后呢为跟委员一起来努力塑造我们一个专业国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今天就是也很高兴，就是要谢谢招委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做说明。那如果说还有不足的地方，那再请各位委员呢不吝指教，我们都会虚心接受，非常的加油努力，谢谢大家。好，谢谢局长，请留步啊。我认为你其实这个专案报告你没有认真准备，我坦白说你没有认真准备，那我很生气，我昨天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之后，你为什么原因请假？你家里的事情我们很同情，但是那绝对不是报告的重点。昨天我们委员会的主任秘书跟我讲了两次，请你来的时候说因为你在开另外一个会，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你家里有事，昨天送到主席台的假条也是因为家中有事。我不晓得你们哪一个，你们两位哪一个骗我，你们自己去找一个，自己想办法对我负责，是在开另外一个会，还是家中有事？我请问你，你什么时候请假的？报告委员，我今天才补假单，今天向再次正式向人事处补假单，但是昨天的话呢，你是因为休假嘛，对不对？对对对对。你们两位去商量清楚，我昨天听到的理由跟送到我桌上的假条理由是不一样的。你请回，谢谢。谢谢赵委。好，我们现在请提案委员，郑运鹏委员来做提案说明，麻烦请简短。哎，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首长，大家早哈。那想请示招委哈，是不是那个想请示主席，是不是我可以把两个案子一并说明？所有的提案都一次说明，好不好 ？OK， 没问题。好，那今天很感谢贵委会，那有审查了那个我们的两个提案哦。那第一个是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四条条文的修正案。那第六届我曾经担任过立委哦。那那个时候的程序委员会，我相信应该在座的前辈应该都有经历过、哦。那所以那个时候的程序委员会刚好是民进党执政了。那经过本办公室的统计，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的执政的时期，程序委员会里面开了271次会议，有222次有暂缓记录的决议哦。那案件的暂缓次数是5579次哦。那总共平均一次，如果有出现那个暂缓立案的话，那总共每一次会议里面有20.6案。那但是到了2008年之后哈，那我们的第七届跟第八届的这个的会期里面，程序委员会总共开了393次，那有暂缓案件的次数是124次，平均竟然降到只有0.32了。那过去的政党比例是不一样的哦，那可以显见在不同政党执政的时候，那立法院里面的多数。那在程序委员会里面的确是可以做到那背个立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哦，那就发生在程序委员会里面，所以民进党执政时期是国民党执政时期被暂缓立案的比例高达45倍哦，这不可思议。那也显见的程序委员会的确做了立法院大院跟委员会的太上皇，他们决定实质审查了各个案件，而且是不经讨论直接表决。所以我们提出了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法的第四条的修正案，那第四条修正案里面增加一项哦，就是如果就是前项第一款，也就是说在程序委员会的执掌里面啊的6项，那如果完毕并符合本院职权，应即列案排入院会议事日程报告10项，不得删除或缓列。就是把这一项，其实本来没有写，程序委员会也不应该越权去做这个事情啊，把它名列在组织规程里面。那我想这样子比较符合程序委员会的功能，那也符合各我们立法院的各阶层的执行的权力执行哈。那这一个是第一个案子。那第二个案子是立法院网路国民提案实施办法的草案。那这个案子我跟各位报告，这几年其实公民运动风起云涌。那我们的社群网络跟网际网络的使用也非常多，所以在英国、美国、德国各个国会网页，或者是甚至是总统府哦，或者行政部门的网页上，都有很多公民参与创制复决，然后跟公民监督公共政策的一个管道。那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哦，第一个我们也要回应民间，我们不需要让人民一直上街头这样的一个需求。那第二个也让人民在公投之外，对于创制权的行使跟复决权的行使有其他的管道。第三个最重要的哦，也在这些创制复决权跟监督行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上面，他们也完全尊重到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在这个上面，我们提出了网路公民提案的实施办法。那简单来说，这个办法我们名列了几个要件哦。第一个就是他要达到了复议的门槛哦，那这个门槛是。第一阶段是550份，第二阶段是5000份，然后在达到5000份的时候，行政机关就必须要对于政策那提出公开的说明，不然用新闻稿的方式、用记者会的方式都可以。
那在下一阶段，如果要达到2万人的门槛的话，那立法院就有义务来召开公听会。那如果是法律的制定案跟修正案的话，它的成案门槛就是50000份。那这个份数，那大概符合我国的人口数。那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网络国民提案的实施办法，如果可以在立法院可以通过的话，那我相信也符合我们尊重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那也符合我们公民社会的期待。那让我们的公民可以透过网络，然后达到人民在公投之外，然后可以有创制复决权的行使，那也可以对于行政部门做有效的监督。那以上两个案做提案报告。好，谢谢郑委员的提案说明。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时代力量党团代表黄国昌委员做提案说明。跟几位再一次提醒，我们希望提案委员跟党团代表如果可以等一下询答留在现场啊，那么接受委员提问啊，那个是我们最欢迎的，好不好？谢谢。谢谢主席哦，还有在场各位的委员啊，那今天代表时代力量党团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啊，针对我们有关于立法院组织法以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相关的条文啊，来进行提案的说明。那刚刚主席有才识啊，希望我们留下来做提案说明。不过先跟在场所有的委员抱歉啊，因为我今天自己财政委员会还在开会，所以可能两个地方啊跑来跑去。那不过在空档的时间，只要财政委员会我自己那边的询答结束以后，那我都会尽量待在现场，接受各位委员啊的催询。那这次时代力量啊提出这些国会改革的法案，可以说是我们国会改革法案啊的第一波。那主要锁定啊的方向啊，在整个国会透明、国会议长的中立，还有国会调查权的形式。针对国会透明啊的部分，在新任的院长、还有副院长、还有秘书长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在现行的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尽可能的在实践。那这一点时代力量啊表达高度啊的肯定。那第二个部分啊，就有关于国会议长跟副议长的中立化，现在现行的条文当中虽然没有明定，那不过现任的院长跟副院长他们也都宣示了采取了议长中立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而且现在也秉持这样的原则来行使他们的职权。那针对这件事情啊，时代力量也愿意表达肯定。那我们就目前为止所提出来的法案，那大概就是啊，针对我们大家都已经有共识啊的部分，那予以明文的规定。相关的法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容我不要一一的叙述。那特别啊，跟各位啊报告的部分啊，是在有关于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啊的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这次我们修正啊的内容在于国会调查权的建立。那关于国会调查权啊的讨论，要跟贵会还有贵会委员特别报告的是，这件事情在台湾讨论了已经非常非常久，不管是公民团体还是学者专家，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对我们目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委员两项主要行使的职权的方式，一个是质询，一个是公听会，跟英美法治国家相对比起来，他们有听证会，两者之间的异同，在学理上面以及在实务运作效果上面所产生的巨大的差别，已经有相当丰富啊的讨论。那我也不要在这边掉书袋子，一一来加以啊详述。那要跟各位报告啊，就是时代力量党团这一次针对于国会调查权条文整个研拟啊的脉络，事实上是我自己在2012年的时候接受，那个时候有一些立法委员的委托，跟来自于美国、英国、法国拿到博士学位已经在国内任教的学者，我们组成了一个研究的小组，研究了美国、英国、法国有关于国会调查权行使的方式，配合我国目前的立法例所做出来的条文修正。那一次
条文所提出来的内容，曾经也提过到立法院来进行审议，也在立法院曾经办过公听会。那那一场公听会，不管是公民团体还是当时的院长王金平先生，通通都有参加。那这个条文设计主要采取的方式，是为了避免对于我国目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立法力造成过度剧烈的影响。那因此我们维持了质询跟公听会，没有另外开辟章节去制定国会听证的程序。但是就目前有关于质询跟公听会里面条文的设计，则赋予了它实际的法律效果，包括了拒绝出席质询、拒绝出席公听会，以及在立法院职权行使的过程当中，他如果提供虚伪不实的资讯，所会产生财罚的效果。那就这个部分，在整个立法例上啊，分成三轨来加以进行。第一轨是针对政府官员的部分，如果虚伪陈述的话，除了面临相关行政责任的追究以外，那也会遭受到一定法律责任的追究。那第二轨的部分，事实上是针对有关于一般人民，他如果拒绝出席的话，那这个时候拒绝出席的效果采取的是罚锾的规定。那第三个部分是针对出席的人，如果做虚伪陈述的话，而他不是公务员，那这个时候虽然不会有行政责任的追究，但是他会有财罚的规定。那如同我跟各位啊所报告的，那个制度设计是从释字585号参酌各个国家的立法例，后来我们所针对台湾目前现在实施的状况所采取制度设计。那至于说其他各国的立法例具体的条文是什么，规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贵会有进一步需要垂询的必要，那本党团都非常乐意提供。那最后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啊，是有关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当中到底要不要扩及私人跟司法人的部分。各位如果详细的阅读时代力量党团我们所提出来的法案，会发现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一个是受传唤的人他们所受的程序保障，他可以携带律师以及其他的代理人、辅助人协同出席。那第二个部分是就有关于受传唤的人，如果他有隐私、业务上的秘密，刑法上面、刑事诉讼法上面可以拒绝证言的事由，他通通可以援引这样子的程序保障，而来不出席这一场听证会。那最后，希望我们对于整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能够参酌我国现实的需要，其他国家立法的现况，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公民团体，大家如果针对立法权、立法调查权里面有不一样的看法或设计，能够在贵委员会当中进行充分的审议跟讨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时代力量也会尽我们的力量，就我们所知以及在研拟法案的过程当中所参酌的立法资料，提供给贵会还有贵委员会参酌。谢谢。好，谢谢时代力量党团的代表黄国昌委员的说明。那好像没有在。好，我们现在这个请亲民党党团代表说明。亲民党党团代表没有在现场啊。我们请提案人陈明文委员说明。陈明文委员不在。请提案人赵天麟委员不在。请提案人陈廷飞委员不在。那么我们已经这个宣读过名字的委员或者党团，我们等一下就不再开放提案说明的时间。如果要做说明的话，麻烦在10:30以前哦，来主席台登记发言，利用自己发言的时间来做说明。好，我们现在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要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均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柯建铭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立委秘书长哈，今天本席请在这个地方，来，你请坐。来请，来请讲，不会叫别开。因为询答问题，其实这是整个国会改革是应该是国会各党团之间的论战了啊。那中立化的这个国会议长以及副议长哈，乃至于这个秘书长哈，其实你智慧的空间是不多的。好，那立法院法制局有可以提供立法哈立法的参考。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代表民主进步党，对于国会改革民进党的方向和看法做个说明。那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说，今天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版本总共二十五个版本。那当然，目前两个最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版本都还没互为。那在这里说明就是说，我们民进党党版。在上一届第八届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刻，在12月5日，被国民党挡了一千多次，啊，所有国会改革版本被挡了1000多次，到最后选举前才互委。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王院长在一谈的国会改革，那我们之所以反对在最后几天，尤其最后只剩3天的时间可以来谈国会改革，要用草案权的方式，我们要把整个国会改革版本。能够完整的在立法里面讨论，乃至于经过公听会等等形式，然后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上，我们好好做一次国会改革。那这里谈的就是说，我们版本应该在3月底会提出来，啊，虽然我们版本大家可以从立法议事处看得到，我们总共修了七个法案。这七个法案当然包括国会无法以外，包括程序委员组织法，包括修宪委员会组织法。政委会等等哈，所以影响版本是所有的版本里面，啊，到目前为止可能呢、啊、应该是修法最多的。那我不敢讲说我们是最完整，因为所有版本要经得起大家考验啊，以及大家的检讨。至少我在这里要谈整个国会改革的，啊，我们今天这个国会改革历史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我们知道。国会全面改选，1993年国会全面改选以后，哦，大家到了1999年1月12日，这历史是关键的时刻，哦，请各位委员大家能够了解，1999年1月12日，国会无法修正，就刚才黄世杰局长在谈的，就是说，在1999年以前呐、啊，也就是说，第三届快结束，第二届、第三届以前，国会是没有法，国会在开会讨论是没有法。没有一定游戏规则，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大家对立法的诟病是什么？叫立法牛步化，也就是一个人可以挡所有的法，那时代是这样的。所以到那1997年的时候，李登辉总统提出国事会议谈到国会改革，那整个在立法院如何进行？那时候我有幸当民党党团的副总召，参与国会改革，那对国会无法的制定，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要这个叫第一波国会改革。那时候，在二届、三届的时候，民进党党团一直提出新国会改造小组等等，都一直提出来。那这中间啊，这中间各党团都有提出来，但是真正是在第一波国会改革是在1999年1月12日，那是这个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李焕英他的游戏规则，好多都是照一般民间团体的游戏规则，啊，包括直选行使法，啊，包括立委组织法、个人会组织法、直选行使法、哈立委行为法、哈议事规则等等，哈。那第一波改革，接下去进行了所谓第二波国会改革，到第四届的时候，然后强调什么？立法委员会专业化，委员会中心主义，啊。那当然，这是一些改，就是说，所有的委员会通过的法案，只要委员没有意见的话，直接送院会。过去不是这样的，所以尊重委员会，叫委员会专业化。但是有意见的，当然可以拉上来协商，啊，那即便是协商完毕，送到院会的时候，有意见的委员可以联署再拉下来。
所以这个机制是不是很完整？这个叫第二波国会改革。到了2014年的时候，第三波国会改革，这是一个立法最大剧烈变动的时代的时刻，也就是国会减半。那时候，国会减半以后，造成票票不等值等等，现在值得讨论的部分，那整个第四波国会改革，立委减半，单一选区两票制，也没有严明到底是连续制是必定立制。那一波国会改革是坦白讲，在李登辉总统、前总统以及宋楚瑜主席眼光中，就是消灭小党啊。那这现在我们碰到所谓这个应该算第四波国会改革，那这个是历史上机会最好的时刻，因为大家了解过去立法院维持体制遗绪，也就是国会多数暴力，因为国民党在国会一直多数，今天民进党在国会多数了。但是更应该负以责任来严肃面对国会改革。那我们要了解国会的整个，大家听到一个就是说国会立法院是行政院的立法局，这个是大家朗朗上口了，或者国会火车，立法院只不过比较靠近火车那只国而已，市场影响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立法院只有立法权，有执行权，所以预算只有删减钱而已，不能增加，甚至来自于指定项目，有时候都有争议性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国会弱化？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国会要如何建立国会的形象？我在这里请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所做国会改革，里面我个人在国会这么久，第24年，有一个很重要部分，要恢复国会基本的尊严。我不希望国会就是一直被外面消费的对象。好，这污名化对象，然后来成就某些人道德的形象，这是完全错误的。每个立法委员选择都很辛苦，所谓国会的基本尊严应该能够予以恢复，因为国会每个国会议员都是很认真的。当然，现在也要到七月尾还要进行选举，市场每一个人时间精力都有限的。那如何让国会专业化是一个很重要。那所谓专业化以前，我们谈国会为什么会弱化，各位要想一想。1997年修宪的时候，李登辉总统最后一次修宪，把国会彻底弱化。为什么？取消阁揆同意权。然后呢，过去行政院送来立法院的法案，有所谓复议案，都有不信任案。这个法案，假如立法院没有通过的话，行政提复议，在复议的时候，并没有被立法院接受的时候，行政院必须把这个法案撤回，不然的话就是永久下台。这是一个很尊重立法院的，第二个国会阁揆同意权，还有不信任提出，还有一个被在1997年修宪的时候被李登辉前总统冻结宪法57条，各位要了解，宪法57条被冻结，但是这个宪法57条是立法院很重要一个武器，也就是说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重大政策有变更的权利。92年的时候用这个宪法57条提出对核四变更，把核四废止掉。总共核四被在那时候就是我提案把核四废止掉，后来修建的时候，因为92年发生这样的大事情，把连宪法57条也冻结掉，所以这是国会弱化的开始。今天要重新讨论国会，要大家谈人民的国会、专业国会啊，乃至于这个开放国会，这民党一直在谈的，每一个那时候都做国会改革。但是有很多原点上面，整个宪法设计上面，事实上把国会整个都划掉，也就是说，1997年修宪，所以今天整个国会改革要谈什么？啊，并从宪政改造一直在谈。我今天国会改革不是在技术性的国会如何透明化。我在民党党鞭当了15年，最希望曹海翔透明化就是我，因为我就不会被污名化。大家知道曹海翔是一个非常痛、非常高度的政治谈判以及协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落入技术上，大家就是好像立法院是一个密室协商啊，立法院是密法院专门在瞧事情，政治是高度需要折冲的，高度需要谈判的，所有协商结果全部要透明化了，全部是大家公布都清楚了。所以呢，今天我要谈的不要落入技术性的问题，在所谓的只有透明化，能够透明化，尽量去透明化。我是最主张的，那么大家了解立法院整个立法过程是如何专业是如何艰辛的，
所以今天这样谈国会改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个历史的高度，也就是说要并从宪政改造一直谈。只有一直在谈国会改革，一些技术性问题，什么蓝画面啊，什么旁听啊，这些都不是制度性的变革。要谈到整个宪政改造，好，这样的话，这些都是白谈的。不要维持在技术性层面的问题，然后一直在钻这个牛角尖。就是我们今天谈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什么时候产生呢？2014年大法官585事件释出来了，国会有调查权，这是何其严肃的。刚才时代将在这里谈的话，他对国会调查权没有谈到，他刚才我看黄总统报告有谈到听证权，国会的调查权和听证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设计的。好，那585事件因为对于319证交会释出来，那年大法官施政法庭，我代理民党党团，民进党所有的宪政学者，包括很多宪政学者一起到宪法庭去辩论，然后当年还蔡宗教很多陈英权教授等等，那年很快的释出来，2004年4月12日，国会调查员释出来，国会调查员释出来以后，一个礼拜内，我们马上成立整个国会调查权研究小组，所以民进党一直在国会改革，一直长期持续努力，但到了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提出来以后，国会没有在很久会被通过过，但是大家对于国会调查权都是非常慎重。各位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为什么并同宪政改革、宪改呢？国会这个调查权是和今天监察院有来，和监察院要分享这个调查权，这个宪政上的制度一定有汉格了。那只要那两边调查出来结果不一样，以谁为准呢？那监察院现在是倾向，大家都知道是蛮有任命的倾向，大家对于他的信任感是有问题的。那整个国会现在的将来有调查权的时候，真的要尤其要让国会有调查权的时候，能够让这个调查权不会滥用，变成宪政怪兽，变成介入的政争或简单介入个案，是要整套规范调查权形式，要整套规范。包括利益冲突回避法，我们李干一在这里谈的利益冲突回避法等等，都要重新来修正整个程序方面。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谈，就是说整个国会改革，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看待整个宪政改革，到底是不是应监察院应该会回到三权？大家不要忘记，立法院现在是唯一的修宪机关。我们在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一届一定要面对宪政改革。到底中央政府体制是内阁制的总统制，或是像总是倾斜的双首长制等等，都要谈论清楚。18岁公民权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上一届都没办法处理，票法不等值要怎么处理？整个啊，各国要不要同意权？总统权力要如何先收？乃至于整个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衡平的设计要怎么重新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本席在这里向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也看到非常高兴看到总共25个委员提出版本，代表大家都非常有看法，非常有看法。这是一个国会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想各党，我们包括如何让这个委员会更加专业化等等，都有设计。这个设计上面包括气焰不分区的改变都应该重新调整。所以本席在这里谈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设计不予修法，像立法院议事规则63条，院长就可以直接报院会的所谓的这个新闻采访以及旁听，然后这个根本不予修法。我想这个已经马上在做，包括上个礼拜我们朝野协商有关于国会频道的暂行办法等等，这是大家都知道要朝越开放的地部分一直走。只要国会越开放，国会被误解程度就会越少，然后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言论自己去负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未来国会，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到整个国会无法怎么，但是期望怎么修，最后宪政改革、宪政改造应该怎么样？本席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以上提出民进党基本上对于国会改革基本概念上看法。那我们版本除了第一在上一届提出作为基本架构，当然这是在因为有新的委员进来，我们要重新尊重每一个委员，大概改变幅度不会太大。那有机会的时候，我要在这里向各位来报告民进党党团完整的国会改革版本。以上，本席代表民进党在这里先做原则性的
的宣示。谢谢柯委员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主席啊，各委员同仁，以及各位媒体记者林志先生，那个林秘书长哦，还有立法院的列席，所有的首长，是不是请那个林秘书长？麻烦请林秘书长。秘书长，你们第二次上来就不用再行礼了，好不好？直接到备询台，谢谢。秘书长，我想哦，当然，我首先要做一个。陈述就是因为当然我现在是国民党团的书记长哦，那国民党团已经有提这一次啊整个国会改革的一个版本，那就是还没有经过会议期，大概隔两天就可以进入里面哦，所以就合并来审查。那当然刚刚这个民进党的总召啊，他们有特别提出他们版本还没有整理好，还没有出来哦，我们还有一个江启臣啊，他也提了一个版本，好一并进来，再请主席合并来做，这个一并来审。我认为说，国会改革是不管在朝在野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责任，哦，那秘书长，我想哦，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啊，哦，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立法院啊、这些工作同仁呐、啊、他们的感受哦。那在大谈国会改革的同时，你认为现阶段是应该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还是渐进式的那种方式来做改革？报告委员，我想这个国会改革哈，其实真的是必须要这个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了哈，因为国会改革它不可能说只有一个枝枝节节的改革哈，它必须要整体的规划。那么这个整体的规划，我想刚刚那个民进党柯总召他也提出他的整个构想，他可能会动用的改革的修法的法案大概会有7个法案左右。好，那我想这个整个7个法案要做的哈，比如说对于委员会中心主义，好那个委员会的专业化，还有对于透明公开等等，好，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在整个法案的设计里面都会有。秘书长，在国民党内应该也会有这些法案，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渐进式的来做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修法的范围内，我们大概都做了。至于整盘的处理，我想我们尊重各个委员会大家各位委员的决定，大家一起来处理。那你认为改革如果建立在人存政取、人亡政息的这个形态上，那有可能建立一套可长可久的制度吗？依您看法。我想应该是以制度为主了，不应该以人为主了哈。我想这样制度是比较重要了。那个秘书长，因为哈、哦，由台湾目前的整个政治制度来看，你认为这个多数决的民主和参与式的民主，哪一个是比较适合现在整个台湾的社会？多数决跟参与式，我想那个委员的意思是说，在提案表决的时候吗？还是对呀、啊，或者你或者说是参与式的民主，你认为是哪一样是比较符合我们整个台湾的社会？好，目前是这样子的哈，参与式当然是一定要让他参与，但是在表决的过程里面，立法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决断嘛，那这个决断当然是。要少数要服从多数嘛，啊，多数尊重少数，我想这个原则是一定要的。秘书长，因为台湾进入整个民主时代，其实短短哈不到这个30年，但是我们有什么优势能够比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啊更能够进阶到新形态的这个民主制度？依您看呢？我觉得我们台湾目前最主要的这个跟老牌国家最主要的那个动力是哈，我们非常活泼哈，而且这个青年哈，他们参与的能力啊非常强。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跟老牌国家这个民主国家最大的不同点是，
我们的参与率哈，就是说比如说投票率来讲，我们都是非常高，高于其他的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最主要就是活泼参与的这个活力很强。那个秘书长，因为公民素质成熟度是不是已经足够达到这个整个理性的一个思考？哦，那所有公共事务是不是这个只流于这个情绪上的情绪至上？这个我们不敢说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多多少少当然会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公民都不断在教育，不断在进步，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我们还是要尊重说，让他们参与，但是最后的那个结果还是要尊重多数了。那个秘书长，因为我一直认为说你担任过第一届到第四届，以及啊第六届的立法委员，是哦，那从威权一直转到民主时代。当然国民两党你都轮替执政过，而且你政党的倾向也由蓝转绿，这些从政经验你应该相当有感触，哦，我是认为你个人的感触。那请问现在国会改革声音四起啊，你认为哪些方面是迫切需要改革的重点？谢谢委员的那个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很重要。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国会最需要改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国会所有人的对我们立法委员跟国会的那个尊严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尊严的提升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尊严的提升，那这个是才是我们改革的最主要的目的哈。那尊严提升我想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那个专业化，那个专业化的话，所以我想有很多人都提到所谓委员会的中心主义就是要专业化。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升的这个尊严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让人家觉得我们是非常的透明哈。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透明公开哈，这样子也会对我们立法委员的尊严跟国会的尊严的做提升。所以说这一点哈，您讲到说公开透明，对，因为外界所诟病朝野协商这种做法是你认为是不是需要废除？如果不废除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密室协商这样的一个骂名？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朝野协商，那时候为什么会设立朝野协商，是在1999年那个这个国会那个改革的时候，那个国会无法改革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立法院哈，这个所谓的立法非常牛步化，所以常常在二读会的时候，为了一个人的反对，可能就是把那个整个法案卡下来，所以那时候才制定朝野协商的一个法制化。所以在1999年制定那个朝野协商法制化之后，就是要解决国会牛步化那个的问题。那现在我是觉得朝野协商其实还是必要，但是朝野协商有可能当人家诟病，是因为说他就觉得啊，你们都密室啊或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朝野协商，在那个所有那个党团的这个共同哈这个支持下面，还有苏院长跟那个蔡副院长他们坚持下面，现在大概都有录音录影，而且我们都有直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文字档的那个立刻的上档哈，所以我觉得以后朝野协商如果大家都用录音录影这样公开方式的话，我觉得这样叫做公开透明，是不是？因为你担任过执政党以在野党身份的立委，应该对所有执政党委员在野党委员以及多数党委员以及少数党委员体认哦，比任何人都深。那请问如果废除协商制度，一切依法行政，你认为这样的立法环境是不是一定会比现在好？依您看呢？我觉得那个协商制度是不能废，啊，协商制度还是要存在。那只是协商的过程，好，我们要尽量做到公平，就是透明公开。我觉得这个是要做到的。那现在我们也几乎都是朝这样来做了，哈。那目前做的状况，我就觉得应该还算顺利，但是可能将来还碰到一些更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跟各个党团大家一起在磨合，看看说我们会不会踩到一个更有效的朝野协商方式，然后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做处理。秘书长，在一切当然以多数觉得这个立法院你认为多元的声音
还能不能存在？郭言的声音一定要给他存在啊，一定要存在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委员会中心主义一定要落实啊，因为委员会在所有委员会里面，那所有的这个多言的声音都可以在委员会处理，然后委员会处理之后再由委员会来做协商，那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说委员会都能够由那个召集委员来处理，大概大部分的案子能够都在委员会处理完毕，等到真的是必要的时候才做协商。那个秘书长，有，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立法院苏院长当然宣誓说要推动网络联署，可建议重大法案政策以及最宽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公民记者进入立法院来采访，哦，那并且将和业务单位在讨论一些细节的这些规划。那请问，你认为改革一定会等于是开放吗？改革跟开放，我想开放本身应该也算是改革的一部分了哈。那至于刚刚所说的这些，让公民团体能够进，公民记者能够进来，那我想我们也是在幕僚单位，我们是觉得这个当然我们是尽量会去做，才开放的态度来做，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限制跟有一些规范，我们是怕说如果说都没有限制的话，如果影响到立法委员的职权，或者立法委员在等于是说在立法的过程里有受到伤害的话，那我再请教你，你要是说从最宽的角度来开放公民记者采访国会，你认为最宽最严，它的认定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讨论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还没有做最后定案。秘书长，因为哦，第689号释宪中提到，保障一般人为提供这个具有新闻价值的资讯于众，哦，这个或是促进公共事务讨论与监督政府，而从事之新闻采访行为，被认为是确立了公民记者的一个采访权。那请问，公民记者和主流媒体在立法院的采访权要不要做区隔？目前来讲，我们对于公民记者的这一些讨论跟那个哈，现在是由副院长来做全权来做处理，那我们还没有完全定案。不过，我想适度的区隔可能还是有必要，因为哈，公民记者的新闻专业度是不是要纳入，要不要开放的考量？如果完全不设开放、不设限开放，哦，那会不会发生一些弊端的可能？对啊，这也就是我们在担心的啊，跟委员报告。因为哦，这一次整个里面哈，有很多委员呐，啊，也提出，包括程序委员呐，啊，是不是将来哦，因为他阻挡提案等等啊，是不是要保留等等啊，哦？我认为这个需要好好的去审慎去研议哦。当然，因为很多都是在院会把它退回程序委员会。对。那其实有一些提案是不妥又不当，你要送到委员会里面，会变成全世界的大笑话哦。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一连串有一些委员提的提案，那个送出去到委员会去审议，真的很多委员哦，就让他们感觉到提的那个案子，让人家感觉说，怎么这个身为委员会提这种案子，哦，那你要是说没有一道程序来做一些，我是说你们要好好的去研究，我不是绝对反对，哦，但是我认为要改革就是一样的把它改好，不要越改让整个立法院的这些委员呐，啊，这个变成啊大家的公敌，变成大家的骂名，我认为那个是很重要。是，谢谢，哦，我们也是朝这方向在做。好，谢谢，谢谢。謝謝院长，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林徽州委员来帮我当主持，好不好？接下来有段宜康发言。OK， 好，对，段委员请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立法院法制局高局长。请高局长备询。林秘书长，您请坐了哈。我在立法院当助理的时候，您就已经是立法委员，您是我的前辈了。那时候还是第一届的增额委员的时代。我在当助理的时候，就常常在立法院听到一句话，说委员都是过客，
立法院的职员才是立法院的主人。这个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它是事实。立法委员的确来来去去，立法院的这些职员对立法院、对立法院的执掌其实是最了解的。但正因为是事实啊，所以立法院的职员跟幕僚单位是不是能够提供立法委员审查议案的专业意见，其实是关系着立法院的表现。为什么我会那么在意啊法制局的表现呢？我要请秘书长先坐着好好听哦，我最后会请您上来，我要跟您说您的责任。高局长，您在法制局啊其实很久了，从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兼组长，在四年前你接了法制局的副局长，三年前你接了法制局的局长，对不对？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在立法院各委员会各部会的业务报告，我们要听的是什么？我接下来跟你讲我们要听的是什么。我跟你请问啊，法制局在您担任局长这三年有没有提供的什么意见？因为你们所提供的意见，立法院做了法律的修正，或者因为你们所提供的意见，在立法过程所犯的错误，因为这样而得到了纠正，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我听听看？就如同刚刚那个我们秘书长所报告的，简单回答，就是我上任，举例而言，对，我上任之后呢，因为我们局里面过去都做静态的报告嘛，那所以我后来举例而言，你就告诉我说有或者没有。我们实务上哈，对于没有，有就是什么？对委员的提案，如果送到程序委员会排案的时候，我都会请局里面的同仁哈，针对委员提案的现行条文跟法制。我要请问，请你举例，因为有法制局的意见，所以我们促成了哪一个法律的修正？提醒了立法院，或者因为法制局的意见，我们纠正在立法过程的所犯的错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说话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就是针对委员提案的现行条文，因为现行条文是很重要。有时候哈，委员的法案助理哈，他在撰你这个法案的时候，他有时候现行条文会。接着你刚才的话讲，我叫你举例，你就举出实际的例子，哪一个条文？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同仁确实都有打电话给法案助理，说他那个文字哈有一些误散的地方，那有一些法案助理就会很高兴。我跟你请问，会计法修正案。闹了一个大笑话，少了一个字，对不对？对，这个、那时候协商的时候，你是不是法制局局长？是，可是在不在现场？那时候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邀请我们去，所以法制局不在现场。对，你们副局长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们说，法制局是院长的幕僚，不能对委员的提案提供意见。尤其是在协商的时候，因为法制局要在现场，如果对委员的提供的意见跟最后协商的结果不一样，法制局没有办法交代。结果协商的时候没有你们了、喔。这个是不一定的，就是说有时候朝野协商就在实务运作上它会比较紧急。我再跟你请教。我请这个法务部的副司长麻烦请上来，法制司副司长。我曾经在今年好，请上的3月2号，来来来，局长，不是，请上，局长，我还是问你，我曾经在今年的3月2号，分别向立法院法制局、立法院预算中心发了函，要求3月2号哦，不是在我跟你们发脾气，不是在昨天以前哦，是3月2号，要求提供贵单位办公室人员编制名单资料。这里面有续名啊，我要的资料，请在3月4号礼拜二下午5点以前以电子档提供资料。预算中心的资料，
在3月3号送来了预算中心的资料，是这一叠，包括任职时间，包括职等，包括学历，包括各个人员职务跟主要工作内容，通通每一个人都写得很清楚。我要请问法制局在什么时候把资料给我？包委员，后来就是我们有打电话给委员办公室的助理，那有提到说这里面有一些那个职员的编制，还有他那些学历的资料，我们人事处都已经有。然后那个委员办公室的助理说他了解，他会去跟人事处要。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所以预算中心比较傻，预算中心用了一天的时间，在3月3号把他们所有资料给了我，然后呢，法制局呢就跟我们说，叫我们自己去找人事处。好，各人员职务跟主要工作内容，人事处有吗？这个职务工作的内容，我那时候跟委员的助理报告，就是说我们依照我们组织法的规定，我们同仁不管是助理、副研究员或研究员，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撰写相关的专题研究报告。你们来跟我说明说，他们做些什么，他们自己决定。我现在跟你请问，我一开始问你说，你有没有看过我们各个部会来做的业务报告？我跟你请问，你今年法制局的重点工作是什么？是哪些法案？我们目前实务的运作，对于行政院所提的相关政府提案，站在辅助立法员、立法委员监督行政立法。哪些法案？你没有，我到现在每一个问题问的都是实质的问题。最近有一个医疗法的评估。最近有一个医疗法，我问你是今年？就是今年。你这一年，你打算哪一些法案是重要的？是该立法未立法，该修法未修法？你告诉我说，你做法制研究工作，你们法制局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哈内部的各组组长哈，我们都有开干部会议。你是局长？是。每一个部会，包括法务部来做业务报告的时候，都告诉我们他们今年打算有哪些重要的工作要推动。好，我跟你请教，我们林委员现在在当主席，昨天我们要通过临时提案，林委员特别替你们紧张，说你们人力够不够，对不对？你们苏副局长坐那边，我们特别跟苏副局长请教，我说法制局的编制啊，研究员包括组长是研究员兼的，副研究员跟助理研究员加一加，编制很多啊，40-50个啊。那你们实际现在有多少人？林委员记不记得苏副局长怎么回答？47啊。他说30出头，对不对？30出头。因为我们副座也没有讲错，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组长都是负责哈审核相关的评估报告，所以呢，干部的部分呢，里面有几个组长？目前是有5个组，那有4个组长，那副局长再带其中一组。我跟你请教，你们除了局长、副局长之外，你们现在的编制，研究员11到17个。对不对？对。你们现在有几个研究员？我们目前大概是17个。不是大概，你们就是17个，你们就是满编。你们的副研究员13到19个，你们现在有几个副研究员？因为我们这个有几个，就是研究员是17个，其中4个是兼组长，那副研究员是18个，助理19个。你们有一个去这个借调到议事处。就是那个，你们也是满编坐在议场那位，我知道。对，只是有一个借调。你们助理研究员13到19个，现在是10个，对不对？委员讲讲，完全正确。加起来46个，你怎么算出昨天怎么算给我算30出头的？你把我们当做什么啊？就是像如同跟委员讲的，就是他可能是在讲实际在撰写报告，那审核报告部分他是去除掉。我跟你请教，我跟副市长请教，副市长你几职等？你那个麦克风打开。11职等。你们司长呢？我们司长是编阶是12职等，但是因为是检察官的身份，编阶12职等。对，依照法务部组织法的编制，是你们法务部有6位12职等的副司长，是司长，6位是
十一职等的副司长，不是十一职等，是十二职等。啊，十二职等。对，十二职等是司长，十一职等是副司长。是啊，司长是十二职等，是副司长是十一职等，是。你们法务部的主任秘书也是十二职等，是。你知道你旁边的局长他是十三职等，你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法制局的研究员那十七位，他是几职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是十二职等，这十七位编制是十一到十二职等，但是每一位十七位现在都是十二职等，去每一位都可以你们去你们法务部当司长，你们法制局局长、副局长之外，研究员十二职等，十七个，副研究员十九个，扣掉那个借调的，十八个，都是十一职等，还有十个助理研究员。我问你们，你们这几年对我们立法院的立法，除了提供委员的助理跟你们问问题之外，你们有什么贡献？你们促成了什么样的法律案？你们研究法治？我这一叠啊，我就不要把你们的这个人员的学经历把它列出来了。光是你们这些高官、高阶公务员，来，副市长请回。十二位，在部会、司长、主任秘书级的。十七位啊，光是研究员在法制局，你局长、副局长，你局长的主管加级一个月多少钱？我没有仔细去看。你没有仔细去看？对，29000多块。你副局长的主管加级26000多块，你们的光是加级就超过一个大学生的薪水了。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请秘书长，不好意思，我最后一分钟。好，慢慢来，没关系。秘书长，张委员，谢谢。国会的专业的幕僚单位的改革是国会改革最重要的一环。我一开始就讲，因为我们是顾客、过客，他们是主人，他们是。不断哪一个政党执政，哪一个立法委员，他们都应该提供专业的幕僚的意见。但是如果养这样一群人，连他们今年每一年要做哪些专案的立法研究都没有计划，这些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自己去研究，自己写报告，通通没有规划，每一个人的职等都比这些部会的高阶公务员要高，这个不要等立法院立法委员来动手啊！您是立法院的秘书长，这个部分的国会改革对于专业幕僚的改革要求调整，是你立法院包括院长、副院长跟你秘书长责任。报告委员，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而且我也觉得这个非常必要。那么我们现在，如果针对这个委员所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哈，我是觉得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幕僚群的确目前没有做到他们应该有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事实。所以我想我们会积极哈，这个来做一个内部的处理。那我也非常感谢那个段委员，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一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问题在哪里，我们会尽快的来做处理。那对于国会改革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一定会做。谢谢，秘书长，我下一次轮值当招委，我再排。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讨论跟报告，就要麻烦立法院向我们提出，就是秘书长要提出啊，对于幕僚这些幕僚单位的改革的计划。好，好，谢谢。好，谢谢。
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周陈秀霞委员质询，时间十二分钟。主席、各部委首长、各位同仁、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主席，我想先请我们立法院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还有监察院副秘书长。不是，监察院是处长。哦，处长是吗？是，处长他有，因为秘书长请假啊、哦，有两位处长，三位处长。请问您要找哪一位？他有业务处处长、调查处处长，跟财产申报处处长。那我们请调查处处长。调查处，你那个发言台上面有名单，好不好？可以看一下。调查处处长，请郑处长来，请，谢谢。啊，两位好。好，周陈委员好。根据我们九十三年大法官释字第585号解释哈，立法院为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立法职权，本其固有的权能制得享有一定的调查权，主动获取行使职权所需相关资讯，以利充分思辨、审慎决定。善尽民意机关职责，发挥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机能。立法院调查权乃立法院行使其宪法职权所必要的辅助性权力。基于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立法院调查权所得调查的对象或者事项，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那我要请问林秘书长，未来在立法院调查权的方面，还有调查对象或者事项，应该是哪一些？和监察院调查权要怎么样来区分呢？啊，谢谢那个，谢谢周陈委员哈。我想立法委员调查权哈，是用司法这个大法官585号解释哈。那么立法院有调查权，那现在立法院的调查权哈。那我们现在目前哈，我们当然有一些跟这个监察院哈，有一些可能有点重叠的部分呢哈。那至于我们调查权方面哈，我们有一些考虑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制定这个调查权的法制化哈，我们有一些考虑，我想简单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调查权哈，它一定要有一个准备的程序制度，那么还有听证会的整个进行的程序哈，包括事前的通知、准许受调查听证人员接受法律辅助之权利、听证主席使会议进行程序之裁决前、听证出席委员的详细的前责等等。那么这些我想都是整个调查权里面的哈。那么还有对于相关人民的处罚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来处理哈？那么还有调查权的一些救济的程序，是不是要有一些诉验哈？那还有调查权的强制力，它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伪证啊程序的一个刑责的一个考虑？那么还有调查权的配套，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有听证采访啦，或者旁听规则啦？啊，协助调查人员的那个相关的一些报酬等等，所以这些这个调查权的一些处理哈，我们在这个等于是说国会改革里面哈，那么有很多党团也都提出来，那针对这些的考虑哈，我们大概就是做这一些。那么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权部分，他们大概是比较着重，他们必须要有纠正、弹劾，还有纠举哈，他们在处理这方面。那我们立法院这边的调查权大概跟这个比较就是说除了这个方面之外的哈，我们大概是处理这个部分以上。
好，谢谢秘书长。是。那我要请处长，你郑处长，你对于这个立法院调查权、调查对象和事项，要如何来避免和监察院这个调查权有所冲突的这个方面，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报告委员，那么司法院585号解释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立法院啊享有调查权呢，哈，是宪法职权所必要的辅助性的权利。那么这个目的呢，是使立法院在行使职权所需的相关资讯。那么以善尽民意机关的权责，重点是在取得行使职权所需要的相关资讯，那并非对公务人员的违失责任或刑事责任追究。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呢，监察院是对公务人员或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责任的追究，跟立法院行使调查权是为了取得相关资讯，两者是有区别的。以上报告。好，谢谢主席。那我现在想请我们那个司法院林厅长有没有来？是，司法院，司法行政厅林厅长，来麻烦，谢谢。厅长你好。委员好。请问你针对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和参考？对不起，这个因为是牵涉到立法院的职权行使，那么司法院在这边的立场，我们尊重这个现行法的规定跟大法官585号解释的意旨，其他没有补充，谢谢。好，谢谢你。那是那个释字文第585号解释更说哈，个案调查事项的范围不能违反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也不得侵害其他宪法机关权力核心范围，或者对其他宪法机关权力的行使造成实务妨碍、实质的妨碍。如果就各项调查方法所规定的程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权利者，就必须符合宪法上的比例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以及正当性的法律程序的要求。我要请问副秘书长，不是，我要请问这个秘书长，立法院这个调查权结果和这个监察院调查结果如果有不同的时候，还是互相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解决？我想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调查权的部分哈，跟监察院的调查权的部分，他们监察院调查权如果在他们的那个585解释里面，他们是比较着重于公务人员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是比较着重我们在审查的我们的法案呐，哈，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立法的过程里面所需要的一些资料跟咨询呐，哈。所以我想，如果是公务人员部分的话，我想我们现在以目前的状况的话，我们大概如果说对于公务员的这些调查的部分，当然以监察院为主了，是这样子。我的见解是这样子。那我想再听听郑处长您的看法。报告委员，就如同秘书长所提到的，那么公务员跟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部分是监察院来去做这个处理。那么在两个的调查范围上，应该是不至于重叠的。那么我们监察院调查处呢，是接受监察委员的指挥监督，协助监察委员来办理调查案件。所以未来假设有这种都有调查情形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善尽责任告诉我们监察委员，能够在这个调查方面呢，做一个妥当的处理。以上报告。好，谢谢您的答复。那我再请问林厅长立法院的调查权会不会妨碍宪法所赋予监察院的调这个，会不会妨碍到宪法所赋予监察院的调查权？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会不会有违宪之余呢？报告委员，
这个我刚刚报告过哈，因为有关于那个立法院的调查权，那刚刚五八五号解释已经有阐释过，就是属于立法院职权行使的所必要的一部分。那么如果现行法或者大法官解释的意旨，那么如果在这个范围内，我想应该不会到侵犯到监察院的调查权。谢谢。好，谢谢。我再请问一下那个林秘书长啊，如果赋予立法院调查权以后，是要经过院会通过呢，还是只要委员会通过，要怎么来调查以及进行？目前的情况哈，当然是要目前的设计了哈，大概是要院会通过哈才能够进行所谓的调查。但是现在就是跟我们报告，就是说现在就是国会改革的这个阶段，那很多党团啊，他们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说这个调查权，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有一些赋予有一些专门委员会，或者是说用委员会或院会都有调查权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其实他们都有提出来。那这个提出来之后，我想可能就是要所有委员哈，大家来进行讨论，然后最后制定。那么如果制定之后，那可能他的那个范围会扩大或怎么样，我想我们原则上都是尊重这个委员大家做最后的决定的一个条文。好，谢谢。是。释字文第585号也解释到说，319枪击案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第八条的第七项，违反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或第五项规定者，可以处机关所长以及行为人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呢。经处罚以后，如果仍继续违反者，得连续处罚之。及第八项的前段，机关所长、团体负责人或官员，或有关人员拒绝增调会或其委员调查影响重大，或者是虚伪的陈述者，依同条第七项之规定处罚等规定，这一些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及法律明确性原则这方面，请问厅长，未来如果有这部分规定，会不会违反正当的这个法律程序以及他的法律的明确性原则呢？是，那么真相调查委员会这个条例的相关的处罚的规定哈，那么现在已经有明文，那么至于他处罚的程序，那么如何看起来是不是有相关的执法的规定来规范？那么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规范程序，那么如果有遵守的话，应该是会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好，好，谢谢。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规定，委员会会议或者公听会应邀出席人员，应该对所知所知如实提供完全的陈述，不得隐匿或做虚伪的陈述。而质询时如果有拒答或者隐匿情事，可以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移送监察院。若在质询或在公听会上有虚伪陈述的或者提出内容不实资料的，可以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请问林秘书长，这个规定会不会有争议啊？要这个要由谁来调查啊和来处罚呢？这个我想跟委员报告，我想这样子的规定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大家同意这样子规定的话，我想我们就是只好按照这样子来处理啊。好，好，谢谢，谢谢。好，两位几位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请蔡玉宇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那我们还是请法制局局长。好，请高局长。喂，你好。局长哈。是。那早上听了你就法制局的一个未来哈的一个方向，那你说了一番你自己的看法。不过很遗憾的，我和我们招委一样，我们没有听到
法制局在因应国会改革之后，未来到底要怎样强化所谓法制局应该要给所有每一个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那我们是希望说，未来在国会改革后，新的一个国会法制局应该是就每一个委员会，他们要充分发挥他在每一个委员会是有专业的。比如我们在这边，在我们这边是司法法制委员会，也许局长你们所有局内的一个同仁在司法委员会正好是你们的专业，但是如果在经济在财政委员会的时候，你们每一个科员，那每一个刚刚所列的，所列的有研究员，他们有办法清楚的了解这一个法案通过之后的一个影响，它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评估，还是说这个法案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瑕疵？法制局有办法就这样提出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给每一个委员吗？报告委员，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固定都会写政府的法案评估报告，都会放在我们政府法案的评估报告。你们在什么时候写？我们都放，只要他送来我们立法院，我们就会写，然后写完就放在网站上那个法制局的研究成果。我想知道这个时间点，政府的法案来是怎样？在我们每一个立法委员，我们提出法案，我们会在委员会审查这个法案之前呢，赶快把这个报告印出来，这样子委员在审查这个法案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我们法制局的审查报告，所以是在每一次委员会之前就一定会有一个法制局对法案的意见。如果说招委有排这个法案的话，我们会尽量赶快在审查会之前呢，目前有提供，我们都尽量这样做。但是因为政府提案有时候委员会的他有时候会来不及，所以我很高兴说这一次招委还有委员能够让我们有相关人员将来除了静态的报告之外，也能够动态的来到这个委员会提供这个相关的，本来就应该来了嘛。法制局在我们确实没有错，就是过去的成立，他没有在对对对，没有在委员会。对，过去的成立就是因为他是采用幕僚分散制，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个做法就是比较。那请问现在都来很好，局长没关系，我懂你对你的意见哈。那我请问你刚刚说你们幕僚，你们幕僚分工，那幕僚的专业你们是怎么去挑选的？我们因为我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幕僚都是有时候是从委员会工作很资深，他会调来我们法制局，我们法制局的人工作一段时间呢，也可以调去其他的议事单位做人员的交流。像我个人的部分，虽然我是在法制局工作，但是我有曾经在议事处工作过，那所以我就可以在议事处工作当中去了解真正议事实务怎么运作，那可以来对我相关研究的那个内容做帮助。但是因为所有的学科五花八门，所以我们是一个研究单位，所以难免说有一些研究的课题，因为我们委员有113个，我们是只有40几个，我们会尽量去符合委员的要求。是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在推动这个国会改革，尤其在法制局要强化功能的时候，我原本还担心说法制局的编制人员是不够的，但是在昨天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法制局是有48个一个配置的一个，是、而且这些人都是高职等，都是高职等，11职等、12职等，也可以到了这样的一个职等，表示他的公务员的一个阅历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是院层级，对，那像刚刚那个法务部他是部会层级，在整个政府的组织法上面，院层级的配置比较高，院层级是比较高，但是可以公务员可以这样到了这个11、12职等。基本上一定有一定的阅历以上。对对，因为我们像我们那所以说，既然有到达这样的一个阅历以上，我是希望说，未来法制局他必须要把他的所谓的一个研究员在每一个专业领域上做好充分的分工。对。那这样分工的一个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必须要到每一个委员会列席，而且提出他的所谓专业意见。这部分未来有办法做到吗？这个我们都会尽量配合各委员会招委的要求。好，那我们人到的时候呢，就会听从这个委员会的招委，还有所有委员合议的意见。如果要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就会马上表示。那因为这是一个场域非常好，就是说，像委员所讲的，因为任何的政府提案，政府部门都有来，
他们的业务单位跟法制单位都有来。那我们法制局强化我们的专业能力，我们提供委员问政的需求，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专业意见，跟政府部门的人员的专业意见来做君子之争，一较长短。这个我们非常高兴，可以提供委员相关意见。好，局长，那你现在讲了义愤填膺。对，那我希望你现在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未来法制局要我们要强化的，强化的。对对。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怎么强化这整个方向？至少先一个书面的一个报告先给我们，我们会跟委员先报告你们到底要怎么做分工。对，这么多的一个编制，好的，狼叫你贼，好，那怎么去做好？因为我们现在实务上他们都做静态的研究，好，比较静态。那谢谢局长，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谢谢。那是不是再请秘书长？再请秘书长。啊，蔡委员好。哎，秘书长您好，秘书长，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的国会改革中，我认为说开放的国会是一个很重要哈，我们要推动改革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个开放的国会中，我们目前强调是说，所谓用提供我们立法院把我们的开会哈，那提供有限的一个频道的一个资源，那尤其是说在网络上可以及时的一个随机选取，好。但是在这一块哈，这一块这个改革中，我们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要在有限频道的一个资源，好，可以及时播出立法院的一个开会状况，他要取得这些有限频道，好，有限频道是非常昂贵而且稀少的，所以我们目前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说放在网络上，让想要看的人去点选，是的，对，那这样想要在网络上看到这样国会开会的一个状况，就目前我认为说还是会产生了南北不均，因为毕竟尤其在我所在的嘉义县，是我们嘉义县老年人口比率是全台冠军，高达16.84%的老年人口是65%以上的，所以这些老年人口基本上，那么在讲嘉义吼，嘉义许多，他们对政治非常的关心。他们也每天从报章杂志中可以知道他们所要关心的政治的一个资讯，但是伊无法度透过网络媒体，因为这以他们的成长背景来说，这个离他们太远。对，所以伊无法度透过网络去取得到国会的一个资讯。对，那所以秘书长在推动所谓开放的国会中，我在想能不能把我们南部，尤其是针对中老年口，他们对于政治的一个关心，但是他们无法取得资讯，所以我认为说，在跟地方台的一个沟通，也许是相对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在地方的一个有线电视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有线电视的一个业者，他们到底愿意释出多少资源，来供给未来国会来做一个直播，一个播放的一个讯息，所以我想秘书长是不是在这部分可以再提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方式，那如何去鼓励这一些有线电视台的一个业者愿意把他们的频道，愿意把他们频道释出来，那也许说他们释出多少频道，释出多少资源，那我们政府提供他们怎样的一个优惠甚至补助。以上是我认为说，这个在于开放的国会哈，这个是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啦。那秘书长这边有什么看法？好，报告委员，我想现在是这样子的哈，那个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大概诚如委员所说的哈，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较偏远的乡镇地区，对啊，他们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都没有上网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些网络的那个即时播映等等哈，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触及到哈，啊，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想，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委员的这个方式，我们就是要希望能够这个电视频道哈能够来处理，但是我们现在的示范阶段，我们尽量去做到的几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公平，然后透明，然后无偿。无偿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花钱啦哈，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这些所谓的这些电视台是不是愿意来做，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我们会
会尽量的说，我是希望说可以扮演更多去沟通，那去鼓励这一些有线电视台的业者，他们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当然说在无线台哈，那无线台的资源又更少了。对，所以我是认为说这部分还是要充分去考量。对，有很多偏乡地区，他们也是希望可以得到哈，到底国会上哈有怎样的一个。好，开会的一个过程。是的，委员，那我希望我们现在就朝这个方向，对，啊、我们会尽量去努力去游说，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来接我们这个国会频道，然后来播放，然后让这些偏远的这些民众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努力，好，谢谢秘书长。但是原则是，我们不互惠啦，这样子。当然，当然，对，好，谢谢秘书长。那第二个，我想要再请教一下秘书长好。这一次的国会改革中，要强化所谓立法院，好，立法院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在四至五八五号的精神之下，我们希望推动的就是立法委员调查权，是以及这一个听证权。对。那我看到很多党团他们已经有定出了说，所谓在调查权中他提供虚伪不实的资料，对，以及说在听证的过程中他为虚伪之陈述，甚至有认为说要。已经拉高到了刑法层级的一个处罚。那秘书长，就这块细部规则上，究竟是谁来扮演认定虚伪的这个角色？因为我认为立法院不能有检察官，还是不能到达检察官直接认定是虚伪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未来通过了调查权跟听证权有虚伪不实的法则的时候，这一个认定的一个细部的一个程序，我们希望立法院还是要把它拟定清楚，否则这会很容易产生到侵害到的人权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们请秘书长这部分是不是还是要审慎的一个拟定？好，谢谢。我想这个委员讲的这是核心问题啦，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说定谁来判定说他是。真的还假的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幕僚单位，我们是会提供说，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可能要注意哦，这个立法的过程要注意这样子。细部规则，我认为要赶快去思考，对，到底这个细部规则要怎么的来操作。我认为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秘书长，谢谢。好，秘书长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质询。许玉仁委员之后是林维洲委员，然后我们就会处理临时提案。我们今天原则上上午的询答到林维洲委员为止哦，因为这个秘书长在我们开会之前就已经跟我们这个要求，因为他中午另外有公事，我们到十二点必须要休息。好，许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林秘书长，请秘书长。还有习委员好，秘书长好，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谢处长。好，请谢处长。处长好。我想这一期的国会改革，全国的人民都在看啊。那除了总统交接条例之外，一个开放透明的国会，我觉得是全民的期待。那也是这一届许多新科立委，还有许多代表年轻世代的声音，非常引颈期盼的一件事。那在整个透明化的过程里面，早上谈的，譬如说包括立委利益回避，还有公民记者、议长中立、强化委员。调查的专业性、调查权、听证权等等的这些东西，其中我最想关注的是国会频道的设立。我想林秘书长在您上任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国会频道在现在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制度社会里面的必要性啊齁。那我调查了一下资料，在1979年的时候，美国就成立了 C-SPAN， 然后在澳洲1990年的时候成立了国会频道。德国在1995年的时候也成立国会频道，在2000年的时候数位化了所有的国会频道内容，跟我们台湾宪政体制类似的南韩，也在2005年之后成立了国会频道。
所以在台湾宪政体已经实施了30年的底下，我们的国会频道的设置是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落后的。所以我给林秘书长一个嘉许，就是说在您上任的时候有心来推动这件事情。那就国会频道的设置啊，它在实行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必须要去探讨。第一个是它的所有权，到底是谁主控，谁来营运？第二个是由谁来出资，然后谁来执行？是由立法院出资吗？那这会影响到整个内容的运作吗？那国家通信委员会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请回答。好，谢谢徐委员哈。您问的这个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了哈，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在要弄这个国会频道的时候，我们也发觉说哈，这个所有权的问题哈，事实上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所有委员的权利哦，好，所以我们就很谨慎。那再来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广电三法里头就有明文规定说哈，这个党政军不能够来经营所谓的媒体哈，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如果说如果有牵涉到这个党政军这个的部分哈，我们大概也不能做哈，因为我们也算是政府嘛哈，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说各法条上面有所干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谁来出资哈，还有谁来经营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能够做的，因为其实外界很希望说我们赶快要做，而且也需要做，就如同刚刚委员所讲的说，其实世界各国有很多都已经做了，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采取的方式就是用试办啊，试办的方式。那我们试办的方式什么时候试办会开始呢？我们试办就是我们已经在3月4日朝野协商通过，那么现在通过之后，那各党团有授权给我们来处理。那我们试办，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我们这个合约的部分，包括所有权等等，我们大概简单的就是做一个规范之后，因为我们现在试办的是说我们不出钱，好、哦，有公益的，那希望这个这个频道商或者媒体的经营者哈、哦，来给我们来做看看。那因为我们说实在的，那个徐委员，我们有很多我们也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试办的时候就是在模拟一些状况，说可能有什么缺失，或者有可能哪些缺点。那我们试办先一个会期为准，那我们不付钱，然后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做完之后，我们再来把这个试办的结果跟所有委员做报告，然后我们是不是继续呢？或者是说我们要停止呢？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来做？怎么来出资等等，我想这个那在秘书长这边的规划里面是只转播院会还是八个委员会都同步转播？八个委员会都转播，包括院会都一起转播，哎，是这样子的。好，我这边提供一个在美国 C-SPAN 经营的这个做法给秘书长参考哈。那在 C-SPAN 是1979年成立，那他们是用第三方基金会的方式，强调自给自足、运作独立，所有权和官方都没有关系。那所以在这样的精神底下，他不会受到任何一个在美国参众两院任何一个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强烈的要求院长要求秘书长在将来在这个办理国会频道的时候，要保持这个立场上的中立，还有绝对的超然。OK， 我想这个是他们那个美国C-SPAN 的，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但是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的方式。我想这个方式我们也是都是有纳入考虑啦，所以我们才会说目前我们是用试办。那最后的结果要怎么来做？我想这个原则我是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客观超然，不受任何的党派或者是受任何的这个利益团体的影响，这个很重要。秘书长，请教一下，您觉得经费应该从哪里来？是由行政院编吗？还是由立法院？还是由公共电视？这个钱应该从哪里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做大家来讨论的。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才采取用试办，就是不付钱的方式。因为这不付钱，就是我们对于经费来源，如果说经费来源是由我们来出的话，那也是要我们立法院大家的同意。
那如果说是由第三者公正的第三者来出的话，那么我们要跟他怎么合作关系，我想也是要大家来处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哈，我想我们就是要有段时间来厘清，所以我们才会用试办的方式来做处理。再请教一下秘书长哦，对于这个整个频道的这个运作啊，是秘书长应该也非常清楚，将来有线电视 cable 这部分会慢慢的视为会走向整个数位化的过程。那其实刚刚蔡委员也提到说，对于偏乡这一块，当数位不普及的时候，国会频道这部分有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透过数位汇流的方式，可以让所有台湾每一个角落关心我们台湾国会的人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就是有三个方面呢，哈，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现状哈是，我们有所谓的有线系统业者哈，还有无线系统业者，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新媒体，就是所谓的网络系统业者哈，就是网络它这个系统业者，所以总共有这个三方面哈。那现在我想刚刚蔡委员所提到的，就是说网络这些族群哈，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到那个所谓的偏乡去，他可能是用那个地方系统业者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如果这三方面都要能够那个具备的话，事实上就是要有无线跟有线，还有这个网络都要有。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试办的方式，我们也是朝这方面都让他能够都进来来做转播。关于试办哦，我想我再给秘书长几个建议啦。是，请问一下，在试办的办法里面，厂商如何选择？厂商如何选择？我们现在您刚刚提到是免费公益的嘛？对对 对, 對。所以就等于说，来去做这个案子的厂商，他必须要有一点回馈社会的这个想法。对对 对, 對。那请问一下，现在整个试办的办法是什么？如何找到这个厂商？我们现在试办的办法哈，现在就是现在朝野协商，有时候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各党团。那请问是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做一个免费的这个公益标吗？还是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公开哈，这个我们是不是公报出来做补充说明一下？来，处长。委员，处长好。这个委员，他这个是这样子啊，我们会采取一个很公开的方法，会把这个所有的文件下个礼拜一请院长核定之后就会公告。那我们这些所有的文件，这个礼拜是在所有的党团都在看。然后这个我们会选择的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电子媒体的这个基本的门槛，是在全台湾所有有线电视收视户的80%。那我们这样计算的基准呢，是我们根据台湾有线收视户是500多万户，80%的话就有400多万户，406万户左右，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期待。那假如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大概有1200万潜在的收视人口。以上报告完毕。在就有线电视这一块啊，我想立院这边应该有非常完整还有缜密的这个沟通的管道。但是我要谈的是在网路数位这一块，我查到一个资料，我们立院目前的国会的这个直播的，或者说目前把我们影片送到网络上的这个频道啊，同一时间只能够容纳300个人浏览，你知道这个是有多么的低吗？对，现在我们请那个我们资讯处来跟委员做报告，我们也是认为这是太低了，所以我们有立刻就改善。你知道一场改善的方法，一场演唱会，一场蔡依林演唱会，同一时间同一分钟有多少人线上浏览吗？以资讯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未来的国会频道处理数位传播、数位汇流，及时性的，而且不受到地方频道的干预、政治干预、色彩干预，网络是不是一个重点？委员您好，那您说的是非常正确哦，因为现在是资讯网络的时代。那我才刚到立法院报到不到一个月，好，这边先跟您谢谢提了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在这段时间，在院长跟秘书长的指导中，我们积极的已经做了几件事。好，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有关影音网络的这个骨干的部分，我们已经提升了4倍。
四倍看上去显然不足，所以呢，我们还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比较新的做法，影音平台 CDN 的推播分屏的平台。我们先由骨干的这个最大一家中华电信已经委托他来进行了。那我们在上周的院会跟委员会的测试，跟本周委员会的测试，提升了300倍以上。如果人数越多，应该是越高。所以我这边呢，刚才秘书长有报告说，我们应该提升到3000人的门槛。我想应该，如果人越多，它的效果会越大，几乎是不限人次了。好，处长，不好意思打断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就是在试办国会频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在今年里面，在第一阶段试办里面，就要公开的征询新媒体参与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所以在你去征询谁哪一个厂商要来做这个公益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要求要有新媒体，而且是新创事业，他们理解年轻人如何在网络上使用工具，在直播的时候，你的聊天室的情境要怎么做？如何可以开放人民同时的对话参与？要不要做线上提问？要不要做及时的反馈？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提升频宽或是加强硬体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而是一个说我们国会有没有认真的想对人民沟通，有没有认真的、透明的、公开的，而且一视同仁的去沟通。所以我在这边强烈的建议，在您试办这个第一期的国会频道里面，把新创事业做直播事业的这一个几个公司找来咨询，然后邀请他们加入这个行列。对，我们还没讲。委员可以简单回复吗？有关新媒体直播的试播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在积极规划，感谢您的关心。那比例上是多少？在您就是说征询这些厂商里面，我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征询，我们采申请制，因为我必须要讲，我希望是看到至少有40%到50%左右的厂商是透过新创事业、新媒体的部分，因为未来是走数位。与时俱进，我们来努力。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徐议员，来，几位请回。我们现在先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提案 A， 鉴于立法院建置 Open Data 平台，却仅开放会议议事部分，而未开放 IVOD 之串流网址，如此做法不符国会透明原则，原此请立法院研议开放 IVOD 串流网址之可行性，并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由美女周春米、顾立雄、蔡依瑜、林维洲、段宜康。提案 B， 鉴于政府法规研拟过程中均需进行法规影响评估，其中应包含对性别及人权之影响评估分析，立法院法制局撰写法案评估报告或专题研究报告时，除草案条文之外，亦应参酌该草案之法规影响评估报告，并在检视是否有对性别或人权之冲击影响，以并呈现于法制局报告中。提案人由美女周春米、顾立雄、蔡依瑜、林维洲、段宜康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或者立法院有没有这个困难？来，请局长。谢谢委员。这个提案 B 的部分，因为现在政府法规研拟过程均需进行法规影响评估，那因为我们局里面在写法案评估的部分，就是针对政府提案有送来，那专题研究报告的时候呢，就没有政府的法规影响评估，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把专题研究报告删除，那以后我们在写法案评估的时候，一定就会跟政府部门要他那个 RIA， 这个是以前我们常常就是有美女委员就是一直希望我们局里面做到，我们都一直持续在做。谢谢，就是把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行把它删掉就可以了。我不了解，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做专题研究的报告？专题研究的部分，因为它不是对一个法律草案。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除非有行政院的法案进来，你们才做法案评估。对对。那么你们不可以提出，自己提出法案的修法的报告建议报告。我们在写专题的部分，譬如说，
你们能不能，我想游委员的提案的意思是这样了，就是你们去研究有能不能对于这个性别跟人权的影响评估，你们可不可以去提出针对你们的专业，如果要落实对于性别跟人权，那么现有的法律案应该现有的这个法律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比较适当？应该，因为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说这个其实已经跟你们讨论很久了哈。对。就那个行政院有做这些的影响评估嘛？对。那他们会现在是有送过来嘛？这样。现在的话就是像上一次那个工业技事条例。内政部在送行政院就有就寄过来了，所以它不是全部的，只有对。那但是行政院它有时候可能没有采纳，但是我们都会按照内政部做的就写在那个评估报告里面。那但是专题研究报告就专题研究报告是你们的嘛？对不对？那你们自己做啊。我们如果要自己做的话，我们实务上都是在开这个讨论会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性别的专家的一个那个。邀请的名单嘛，就直接邀请过来。现在是司法法制委员会，如果通过这个决议的话，就司法法制委员会请你们做。是是是，有什么困难呢？对啊，因为行政院他自己做，然后今天你们是自己做专题研究报告的时候，当然你们应该也要去做。当然，除非说你这个研究报告是纯粹学术的研究报告，而不是对法案的。对，我们因为有些学术是后面没有条文啊，如果有条文的话。我們就如果是你是当然是纯粹学术的研究报告的话，当然就不用。對對對，但是如果说你是学术的研究报告，但是你的学术研究报告是跟法案有关的，那这样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了解委员意思，谢谢委员。好，好，请问还有没有意见？来，请说。你们是 A 案嘛，对不对？是，好，那个有关于游委员的这个，希望我们提出书面报告，跟委员这边先简单报告一下。新媒体借接网络直播的这个部分呢，只要在符合我们的法令不影响频宽一些营运的成本之下，我们已经开始决定要试办，然后采申请制邀请这个新媒体来进行测试。那有关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是否可以在我们这个会期结束前，我们试办的成果所有相关的优缺点，我们提出一个正式的书面报告不知道妥不妥适。你们现在是在开放，是说把它给这些媒体去播放嘛？那现在大家要的其实是你把这个串流网址给大家，他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在上面播了啊。你们现在是变成说我只是去给这个能够这个所谓的什么80%的，你们那叫什么？就是说它的这种传播率有80%的这些媒体去播放。你们，我跟你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啊？那么在书面报告里面续名，因为游委员的提案讲得很清楚，要你们研议啊，开放串流网址的可行性，我们指的是网路的部分，好，可行或不可行，你们都一并说明嘛，好不好？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并说明。好，好，我们 A 案 B 案照案通过。好，现在这个我们下午2点继续开会，现在休息。好，还有吗？啊，不好意思，林维洲委员，哎，特别跟您致歉。好，谢谢。好，首先第一个我对刚刚段委员段召集人所提的就是说法制局你们要发挥更大的功能这一部分我是给予段委员支持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说到底这些我们立法院的这一些单位的同仁是到底是要帮院长服务的还是要帮委员服务你们是来帮我们的院长服务的院长的幕僚定位上还是在协助所有的委员在他们的立法过程当中可以让他们提供专业的意见让他们的立法品质跟效率可以提高，到底是哪一种功能呢？秘书长，老朋友，请你回答一下。好，林委员好，我想这个林委员所这个询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这
两个幕僚单位本来就是设在立法院里面嘛，就是要提升所有的这个立法委员的问政品质嘛，这是他的主要功能。那至于有人这样子讲，我想他可能是有点误解吧。哎，好，谢谢，请回，请坐。这个很清楚了哈，其他的单位我不敢讲，比如说是院长办公室的，主任啊、秘书啦，这些我不敢讲。如果是立法局跟我们的预算中心，显然从名称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协助我们做立法的工作以及审查预算的工作，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请你们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你们是在服务立法院里面所有的立法委员。协助他们审查预算品质 更好，推动法案效率更高，立法品质更提升，好，这个很清楚哦。所以将来我们继续会在这边再从这个方向去要求。好，另外我也要对许益仁委员刚刚所提的表达支持，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开放资讯这一部分哦，我们对有线电视开放我们的不管是直播也好，录影也好，问政的委员会也好，大会协商过程开放，这个我们全力来支持。但是要提醒一点，就是网络媒体那一部分很重要，不是只有有线电视那一块。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好，比如说我们的选举过程的经验，现在在有线电视的播放的这个效力，好，效力跟影响力不一定比得上在网络上的平台的效力跟影响力，所以在配比上，我初步我认为啊，最少哈那个资源的运用，或是说各方面的配比，最少在网络这一块啊，要跟有线电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用的资源。要让它在不同的平台呈现啊，最少是要一半一半的，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所谓真正开放的效果，点阅率一定要高嘛，然后这个才是所谓才能证明你开放的成效嘛，而不是只是做有啊，我有在哪里，结果大家看不到，点阅率很少，以前不就这样吗？如果说开放，那如果是只是在我们立法院的网站开放，点阅率一天可能就几百个人去看一下，这个没有意义，花的建制的经费都没有意义。要点阅率高，让真正要看的人不是被动，他们要看来看，而是要主动。尤其是网络的平台，一定要专人管理，然后把这样的串流、这样的讯息啊，放在不同的平台，主动的去放在不同平台。就像我们所有立法委员，我们的委员啊，要把自己的影片、自己的照片放在自己的 FB、放在 PTT、放在各种平台啊，这样才能达到点阅的效果。不是你自己有一个部落格放在那边，大家就自动来看了，没有那么好了。哦啊，如果要真正要做到开放，就一定要做主动式的呈现啊。所以我支持这个许益仁委员啊。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网络这一块一定要重视哈。好，接下来哈，我要谈到今天当然主要的主题就是关于国会改革。我们都知道改革哈的效果就是产生一种权力的变动了哈。改革就是一种权力的变动，它的效果就是产生了一些权力变动，产生出来的效果。通常我们就会称呼它叫做改革的目的啊，权力变动之后产生的效果，那就是我们改革的目的。那这一次我看了这个现在已经看到的25个案子，关于国会改革的案子，我总归一下哈，这个综合一下大致上的趋势跟方向，比如说关于院长、副院长中立化，这个有很多的提案都有提到哈。程序委员会有的提废除，有的提要更透明的改革，啊，让更多人参与，而不是那个要 discover， 要让都看得到这样。这也是好多提案都会提到，政党协商要透明，
或是甚至提废除政党协商的制度，这个方向也是跟更揭露、更开放的方向哦。好，所以大概的方向哦，我们的看得出来，就是说朝着更透明、更开放，然后呢，更让更多人参与，包括所谓院长、副院长的中立化，其实是把权力给大会了，给委员了。啊，中立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干预那么深，但是呢，权力是移转到给所有的委员。政党协商透明化或是废除，其实也是把权力给更多的多数的这个大院啊，就是大会或是委员，或是甚至是委员会，啊，让更专业、更多人参与，包括程序委员会、政党协商这些改革，大概都是这样的趋势，让资讯更透明，过程更公开，让更多委员参与，甚至让更多人民参与，让人民的意见、民众的意见都可以参与。我想这个主要的趋势跟方向、是这样。但是其中有一点、是非常独特的，也有一些案、那个改革案提到把招、委员会的招委变成一个人、我想大家有看到、有这样的，有一些提案里面是提到这个，这个刚好跟前面我们讲的刚好都全部相反，就是说把招委变成一个人，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更集中啊，权力更集中。本来是两个人嘛，第一大党跟第二大党都会大概有一席招委，甚至小党联合起来也会有一席招委。但是如果招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大党独拿全部。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招委，因为我现在当招委啊，我知道、招委在做什么。招委有蛮大的权力，就是说在议程的排定，在很多这个议会的过程当中啊，会议的过程当中啊，他可以发挥一些影响力。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是反潮流的，也是反这一次我们国会改革的主流意识的，要更开放、更分权、更多人参与。结果里面同样一个法案里面也有提，同时提到这一方面的，同时提到说我们招委把它变成一个人，互相矛盾。整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如果内部的各方面的改革，因为它可以从几个面向去改革嘛，好，从资讯的开放，从程序委员会，从政党协商，从好多个面向去改革。如果这个彼此的面向哦是冲突的，就是精神冲突的，那会抵消改革的成效。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个人啊，最少是我个人啊，是支持赞成国会改革的方向，而且是大家主流提出来的方向，资讯更公开，参与更让更多人参与，过程更透明，然后让民众更能够了解我们整个立法的过程，甚至参与这过程当中了哈。但是对于招委改成一个人这样的提案，我们就齐齐以为不可，而且会造成改革成效的互相矛盾打折，造成改革的负面。所以这个是我要表达的。当然这个在我们开始审查逐条议案之后，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的哈。好，这个是以上我的这个谈话，谢谢。好，谢谢林维洲委员的意见。
好，我们现在下午两点继续开会啊。第一位由周春明委员，下午第一位由周春明委员质询，现在休息。